二十八。老规矩，先请。两米头前，两米看到像，再夹到桌位就好个。你再去找嘞，对。好，大家请就坐，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请陈美美议员以及杨家良议员共用十分钟，谢谢。好，谢谢副议长哈。我先就教育哈我们那个卢副卢局长。是。那个我们现在啊，目前哈、啊、那个捷运啊立线呐、啊、哈，你在报告中哈有提到说那个 G06还有桃园。芦竹的 G12 和 G13 站的部分呢、啊，好，会采区段征收哈，这个开发哈的部分。那有关于哈我们 G09 明光站的部分呢 ？G09 这个刚提到这个 G5、G6、G12 到13A， 这个是因为透过区段征收拿到我们的站体啊，哦，对，那其他没有，就是透过这个征收取得。因为之前在那个就是绿线的哈这些相关的都市计划这些讨论的时候，你好像都有出席嘛？哎，对不起，那个我很抱歉，我刚没有听很清楚。好。我现在的意思是说哈，我们目前捷运绿线的部分呐、啊、哈，因为很多民众哈一直在关心哈，这个现在这个 G09 哈，这个之前讨论是说要连开的部分嘛，那目前就你所了解的这个部分，现在到底情况如何？这个好，谢谢。这个会连开案的话，就是不需要特别去变更什么哈，透过这个。协商取得嘛，哈，就是它的站体跟这个旁边的做联合开发，那这个会纳在我们交通局他们的这个 PCN 里面去做规划，在那个里面进行的，它比较不设都市计划。不好意思，我这边补充一下，G09站目前在都市计划变更方案是没有变更哦，就是例行市场用地还是维持原来市场用地。啊，住宅的部分还是，因为他那个就是 G09比较例行路的那个区块啊哈，它是一个住商一个算混合型的啊。那目前哈，因为当地的哈这些民众，他们现在比较想要了解是说你们现在哈这整个G09哈到底是怎样的来做一个规划。因为目前他们就是有住在那里的哈，也没有听到市府有相关单位跟他们接触，因为之前有谈到说是连开的部分嘛，啊，现在到底整一个进度是怎样？王副市长，你知道吗？我想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个部分是由交通局来处理的哈。都市计划本身刚刚讲大概没有什么变化，那到例行市场要改建不改建，有些人不同意见，所以那怎么协商那个未来空间的配置？跟他捷运出入口配置必须要一个规划方案才有办法。那目前大概是由这个交通局在整个批线包给他们做的时候，他会规划出来方案，到时候再跟当地的这个老百姓、例行市场这些住户去协调。好，原则上大概这样子。哎，因为我会就叫哈卢副局长哈，是因为哈在这捷运的这个就是都市计划的部分呐、啊、哈，他也有参加那个，他之前也是委员会里面的成员嘛。他说你是以前都市是我是哎 对, 对，所以我想应该你整个过程应该会比较了解嘛。是，谢谢议员。因为还没进行到这个规划方案提出，如果有，一定会跟地方做说明。好，我是希望说哈，这个部分哈是整个捷运绿线哈，目前哈很多就是尤其那个站体哈部分哈民众最想知道的部分哈。对对对，这部分我想我将来要求我们交通局哈，在要求那批现在做这个初步规划的时候，这个案一定要跟当地的。里民啊，或者是住户啊，各沟通协调。那方案出来的话，我找议员一起来帮忙参加，好不好？我尽快告诉大家。好，再通知我们桃园区的议员。好，谢谢。好，再来就是哈，有关于哈我们现在哈这个都市计划的那个通盘检讨的部分呐、啊、哈。我们像我们桃园市的都市计划，还有兰凯新市镇的都市计划，这个部分哈之前也有检讨，好像也有检讨过一次哈，但是。最近啊，
就是比较靠近哈，我们就是南崁新市镇哈，还有就是就是桃园市都市计划的部分哈，因为我们那边哈有一些比较早期的哈这就是建筑物啊，但是新建有一些新建了之后，变成说这个道路哈都比原先哈这些道路哈原先的道路，像以我们那边福源街来讲的话哈，它是算哈最低的。它周边的这些道路啊，哈，大业路到大有路哈，这个部分，因为我们那边有点算是山坡地哈，这样斜上去的。现在就是造成说像福源街它是比较早开发哈的部分，这整个排水的问题哈影响很大。而现在他们想就是说要做这个排水沟的部分，又因为考虑到都市计划里面哈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划里面啊，哈，它的用地的限制啊，所以它也没办法做啊，也造成当地哈，不管是里长或是当地住户哈，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我是希望说哈，这个部分哈，能够以专案来做一个检讨。好，如果一般的哈，都会有这个开发计划都会做好自己基地的排水。水总要排得出来的，那出来就接到我们公共排水沟，啊，如果有这边有欠缺不良，那政府就应该进场去做协调或协助啦。好，这部分我来跟公务局做了解跟协商。好，因为它福源街它是比较早期开发的，啊，现在慢慢这几年大岳路哈都比福源街高很多，所以它那个区块哈排水哈有影响很大啦，所以哈，我是希望说会后，因为也去会勘很多次，我是希望说哈，这个部分哈能够来改善。再来哈，就是有关于哈我们这个城，现在我们的那个三元街啊，哈这几年哈这个车流量也非常大，那个我们目前这个道路有拓宽的计划吗？三元街。我了解，我刚是应该是没有吧？报告一座，因为这个大概我们在通盘检讨里面，因为考量大概因为它沿侧的部分，因为前后的部分确实我们在通盘检讨会做一个考量。不过因为它涉及它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建成区在拓宽的时候，那个路幅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会涉及一些这个既有的民宅的，可能会受到一些拆迁的一部分，所以大概这个我们会在通检里面会再来做一个研习，怎么样在尽量影响最小的状况之下去检讨出是不是能够尽量把它的一个路幅来做一个拓宽，我们会来做一个通盘检讨的时候来做一个检讨。因为另外一边的话是目前这个还没有开发的算是农业区的部分，我是希望说这也是一个新的都市计都市的一个规划哈，我是希望说在未来这个三元街的能够把它拓宽一点哈，因为那边又是国税局有一些比较政府机关的单位也很多在那个区块。再来就是民众也非常关心我那个市长工作报告的时候我也有提到说因为民众非常关心这个中孚计划，我们目前到底有在规划推动吗？这个部分我比较不了解，很抱歉。是不是报告，我来做一个补充一下，因为大概中孚计划目前，因为我们考量就是说这个捷运绿线的部分目前已经在我们市都委会做一个相关审议那因为旁边的那个中路的计划目前也在进行开发当中那因为在我们相关的规定里面，必须要视邻近的这个都市计划区的开发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个配合，所以大概因为近期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在进行，那我们会视周遭的近况，大概达到开发率达到80%以上的部分，我们会配合来做这个中孚地区的这个地方的再做一个检讨。以上。好，谢谢。好，谢谢。那个我最后一个很简单的要请教我们都发局的这个卢局长最近平镇已经开始在进行拖掉了，所以现在很多机车停在人行道上都被拖掉走，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那能不能，我们现在都有补助大楼在做这个修缮补助，能不能研提一个办法，未来如果他大社区大楼前面他愿意提供出来空间给我们画机车停车格的，我们可以那个专案提高他的补助金额，我们可不可以研提个办法好不好？不然现在这个凭证开始进行拖掉，现在拖掉数量常常一天机车跟汽车的比是10:1，
拖了100台十台汽车而已，但拖了100台机车，因为大家都以为人行道可以停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讨论，就如果你愿意把社区门口提供给我做停车格，未来我都给你专案的修缮补助，可不可以？跟交通局讨论看看啦，好不好？听起来蛮合理的，我来跟交通局研究，好不好？好，那我们再研究一下，哈、哦，啊，可以尽快提出来解决我们这个平镇居民，因为现在才开始进行拖掉嘛，所以变成这问题一下子就被凸显的严重。可能桃园中立没有感觉，但平镇现在感受特别强烈，好不好？那就麻烦尽快提出办法，谢谢局长。好，谢谢。好，谢谢，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请。好，我们请彭俊豪议员、李林小旺议员、林志强议员三位议员共用10分钟，谢谢。好，谢谢哦，谢谢主席。那个卢局长是，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现在的那个社会住宅啊，我想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了哈，尤其是在我们巴德啊，我们巴德有2处啊，有2处盖这个社会住宅，那我想请问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住宅里面啊，有没有那个开放空间？开放空间？对，有。那因为我延续一下我昨天所问的、啊、那个王副市长，因为哈、啊，昨天我问社会局的时候，你也在现场啊。因为我觉得啊，这个公托啊，公托像我们这个是属于这个国营的这个社会住宅，那公营的社会住宅啊，它就有开放空间。那有开放空间的话，因为这些全部通通都是这个低收入户嘛，比较这个生活比较困难、比较拮据的。那你的开放空间是不是拿来可以来做这个公托的场所，以及关怀老人的一个据点？我是希望说，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国营的这个社会住宅开始做起，可以吗？我想这个都可以讨论，我记得应该有些案都已经放进去了，对，但是看不同地方的需求再讨论要放多少，这个当然可以有相容性就可以放进去。是啊，我是觉得说可以这样子来共同使用嘛，然后呢让这些来承租的这些所有的市民们呢哈感受到非常的安心，然后呢、也不用因为他们的小孩子去学校或者去这个公托的这个我们所盖的这个公托中心这边，好，这边抽签抢破位置，那实质上在这整栋大楼里面，好，你每一栋都是差不多300-400户嘛，那在这个300-400户当中，你如果说弄一个空间出来来做一个公托的一个公托中心，好，针对他们这整栋大楼，那这个培育的部分呢就由那个什么社会局呢来去做培育，我是觉得说应该从这边开始做起，好不好？户数比较多的这个社住啊，比较有机会做的公托，哈，对，公托中心不够，尽量应该要满足了。对，没错，一定是不够啊，因为你们一区一公托，一区一公托里面只有150人而已啊，对，对不对？那真的是会抢破头哎，尤其是今晚洗地下你要拜，对，好不好？好，那副市长麻烦你这个带回去了哈，好。好，谢谢我们小峰议员。卢局长继续请教，其实我想今天非常多议员在提到劳务健检，确实啊，我想中央丢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地方确实要想想如何去回应跟因应的，包括其实我觉得到底为什么去认定说30年的房子就是劳务，是不是我们在行政院的主计总处是规定我们的公家机关的使用年限是60年的，所以到底30年的劳务算不算30年的房子算不算劳务，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讨论空间的，或许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去如何去认定这样的事情，那之后去做配合这样子。那我今天还是要讲一下有关于我们桃园地区的空屋空地的自治条例。我想桃园呢是一个开发非常快速一个都市哦，但是我想每个地区开发的一个速度快慢不一，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哦，不管是都市的精华区或者从化区，那有些地方它就是在空地，但是有点荒芜，而荒芜的结果下，在长期发展管理之下呢，其实不但影响到市容的观瞻，更造成了很多的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哦。事实上，在前阵子我就是在服务处接受到这样的一个陈情哦，他当事人呢在青埔地区一个学校附近呢、那在行走的时候就被路边的铁丝网给刮到了，而他就找我们市府陈情，就在市府绕了一大圈之后呢，找不到一个权责单位来处理，最后呢还是我们不断协调之下找到拆除队，而拆除队的协助方式呢也只能把这个
琴岛的一个围篱铁丝网往内推，所以他们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希望哦，我们的都发局这边未来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如何广纳民意，邀请这些产官学界哦，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催生这样一个空屋空地的一个管理法案，让市府哦，我们的看到时候哪一个宣责单位，他有足够的公权力去介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那赋予给这个空地的所有权人或使用管理人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责任在。其中，如果说危及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及有碍都市景观者呢，那市府执行单位就可以要求他可以限期改善，或者是除了针对这样的违规做一些罚则之外呢，我们可以比照像其他县市的直辖市的处理方式，给予一些奖励，为了促进我们这样的一个都市土地及房屋的充分利用哦，他们也提供一些奖励。包括是如空地完成绿美化，或者是他没有特别设置围墙，那或其他封闭性设施者，他做一些公益性的设施给旁边的做民众做使用。我想这一部分呢，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地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诱因下去的话，他说不定可以提供很多的空地，让更多的市民来一同来参与我们这个都市景观的一个进步。我希望未来我们的都发局好好去思考一下，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吗？好，是。这样讲有清楚吗？我清楚，我清楚，我清楚。好，谢谢局长。好，谢谢。那我再请教卢局长哈，一样了，我再这个跟你研究一下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从第一个会期、第二个会期、第三个会期一直到现在哈，我一直在问这个原住民专属的社会住宅问题哈。那我在总咨询的时候也咨询过市长。市长也承诺说要研议来办理这个专属的原住民社会住宅。那么在今年的年初，也会刊了两个基地在中壢哈。那我想这个政策是不是有继续的这个延续啊？延续办理有吗？有哈。那你们现在进度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先处长先说明好吧？好，那针对原住民社会在社会住宅里面原住民这一块哈，那原则上我们会。在都会区这一部分才混居的状况，然后目前配给的那个就是保障的资格是10%，哎，对。我说除了混居的状况，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哈，原住民的这个文化的脉络跟他的整个居住的这个正义哈，我想过去的整个殖民的过程当中哈，导致原住民这个土地流失哈，导致我们流离失所，一直到现在我们整个在居住的环境跟这个使用土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遭受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跟挑战。所以我为什么一直从文化的脉络去探讨这个问题？我想它的专属性是在于哪里？因为我们要解决原住民的这个居住的问题，他应该尊重他的自治权、他的文化权，跟他这个生活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设置这个专属的原住民社会住宅哦，因为原住民他是一个群居的这个社会啊，哦，你把它混居在一起，我想不是不好哦，但是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成立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社会专属的社会住宅，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研究啦。那个副市长，我理解哈。我想，对对，我想居住正义哈。我了解。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对居住正义有一个新的定义跟概念哈，叫做四族住房权啦哈。任何人都有和平、安全、有尊严的居住的权利，包括原住民在里面嘛。好，我想我过去为什么一直从这个。部落的概念，好，或者是从文化的脉络去探讨这个问题。我不是需要这个混居型的这个社会住宅，我说专属的社会住宅，它有一个文化的这个概念在这个里面。可能现在比较难的是地哈，怎么样来寻找比较适当的？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会看两处这个有会看两处两处土地啊。补充报告哈。如果是市区部分，大概是才混居。那但是如果是原住民他本身的本来的住宅环境的话，那个其实是会设专区，所以这个政策是会持续的延续。这样子哈，我想这个部分你会后给我书面的资料哈。我想专属的社会住宅，它一定有它的必要性。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哈。那过去原住民部落它就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我理解好，它就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它有它自己的社会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社会制度，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惯习，我们
没有自己的文化在里面，文化传承的保留，对对 对, 对来讲，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面向了。好、哦、好不好，我想假如说你们担心说这个预算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这样会有排挤的话，我想中央游民会也可以向中央游民会来帮忙啊，对对对，对不对？那个副市长，我希望哈、哦、你在市政会议的时候能够再把这个问题能够再来反映出来，我想在这一次的总咨询我也会再一次的来请教我们市长，好、哦、做一个具体的承诺，好不好？内部要先演绎，再让市长过滤。OK， 好，我想这个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概念来去着手了，要不然，原住民这个居住争议，我们一直谈那么多年。去年你已经提了啦。对，我几乎每个会期都在提啊。我想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让真正能够解决我们原住民在都会区面临这个居住的困难，好不好？我理解。好，这个再请你们再演绎一下哈。好，谢谢。好，谢谢，请坐。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林正贤议员以及李伯煌议员共用十分钟，谢谢。副议长哈，我们卢局长哈，我们的公营社会住宅啊，有一到三房哈，三。那我是担心呢、啊，小坪数的部分呢、啊，会怕市场的状况不好哈，甚至被周围的社区所排挤哈。那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看到你工作报告里。10到14页里面哈，好像我们有意刻意加强空间哈，那硬挤出空间。那先前市长有表示要完成20000户哈，那目前我们逐步办理这个计划，办理9处的一个新建，桃园区有中路哦，那巴德芦竹中立哈，总共哈本来是3409哈，3400，现在变成3839户哈，那多了430户，为什么会这样做？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改变吗？好，我来说明。如果基地条件不错，我们会运用法规，就是所谓设置开放空间容积奖励。你三千四是因为容积奖励，所以你又多了，还是因为把户数变面积变小？不会这样，它本来就有各种平行嘛。哦，好。那是以前算错了，现在可以。以前是讲，以前是用法定容积去算推估嘛。哦。啊，因为我们基地多，我们现在法规有容许奖励，哦、那能用我们当然要用。好，那个局长呢？那目前离20000户的目标当然还很久嘛。我看这一任哦，大概是只有这样子。那怎么样去达成目标？我们上次市长讲说、啊，要跟政那个建商啊闲置的空间承租，这个计划有没有要这样做？有哈，那个因为刚才讲的，大家对市民有住的权利都非常的注重啊，对，这方面这个两个啦，一个就是我们会订这个承租的这个办法哈、哦，什么样的这个条件资格能够进得来哈、哦，那这个我们会在营建完成前一年，就是明年底我们会订完了、啊，另外我们明年也会开始做规划，就是所谓将来长期的维管，维管，它包括就是说类似这个物业管理公司进来。那局长，反正社会住宅非常重要，希望你快速推动，而且认真来推动哈。那在工作报告哈，你的3页提到哈，机场捷运周边的7段征收，跟上次哈，去年的哈，我2年我都拿过来哈。机场捷运 S、A20 及 A21 的车站周边土地计划案，全部都写的一模一样哈，这个10行字写都一模一样，然后。都是报请内政部修订计划后，再由地政局办理区段征收。那我在想，那表示哦，都没有进展。那现在机场捷运已经要通车了，啊，没人，你的区段征收都还没有进行，那没路又没人，那会亏钱的嘞。那这方面你有没有怎么样加速来做啊？是有。那个跟运报告这个虽然文字一样哈，但实际上有进度，像 A10 有进度吗？它里面写的全部都一样，都没有进度。哎，这我们很抱歉哈。啊，实务上那个因为7月写到7月的工作会议嘛，那事实上这个 A10 的进展是最快的哈。刚才我们地政局长也提到，那个如果顺利的话，渴望这个案子会先走，会先通过。会。A10 的部分。A10。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推 A20 跟 A21。希望你快一点，因为机场捷运通车，这一站。打开都没有人，没有，都没有人，也没有路，那会很凄惨的啊，是哦，好不好？加速通过好不好？哦，那
再来哈，我们有提到哈，我们的捷运立线已经审议通过了嘛？那你认为何时能通车？何时能开工动工？你认为？这个是交通局的业务啦，那现在进行到所谓的这个总体啊总顾问的这一个作业中啦，那因为透过总顾问提出具体的各个计划啊，包括建设计划、土地开发计划等。两年内会不会动工？应该正常话，明年就应该动工了啦。啊，正常话，明年应该动工了。我们局长两年会不会动工？他摇头，你知道不知道？对啊，我希望加速。应该从北段开始了哈 ，A 十一往南就高架段就往南走哎。对，因为高架段比较容易做，那地下段不好做，所以应该是有一个规划。假如能够做的话，尽量从简单先开始做。那好，那有效果就发挥出来。好好，那请坐哈。那希望能加速，你们也请坐。那我顺便问一下我们的陈局长哈，那巴兰大人的 G02、G05 站跟桃园的 G06 站，芦竹的 G12、G13 都在七段征收，没有？那现在进度怎么样？大概 G05、G06 跟 G12到G13 也会准备要用区段征收方式来处理，但是现在还在都市计划的拟定当中。我也是，还是老计划，就是要快呀、啊，不然到最后、啊、我请都发局加紧嘛，我们得配合来处理。好，那配合来处理是要配合多久？你认为呢？因为挖洞前在我们都发局的，都发局也是很积极在处理的。好了，这是我们的业务了，他们的业务了，都发局的业务了。好好，那也拜托。这都在进行，事实上真的都在进行。好，那我也再顺便问你一下哈，那第二页的工作报告也研拟哦，桃园发展的愿景纲要计划哈。我想这是我们甚至直辖市的，这计划以2040年呢为长期的目标。那其实我有看到你们开会啊，104年的时候有开过，105年5月、6月都有开过，我也跟你们要了会议记录啊。可是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愿景，到底桃园有什么发展愿景？局长，你现在担任的局长啊，这任务很重要，你是不是简单讲一下，报告一下你里面内容是讲些什么啊？你有什么样的愿景？好，因为还在进行试中了哈，但我可以说明一下它的目的。虽然桃园将来应该会称成北北桃的这个大都会区了哈，我们以后跟周边的这个城市关系会很多了。那我们过程中会希望有更多人了解桃园的发展，所以您看到会议里面那些都算是有一些那个学界上有分量的学者，希望他们多参与了解我们桃园。那另外了哈。也希望他们给我们一些比较新的建议。局长，我认为我们现在重大建设都有一点延宕，我想哈，如果快速有效达成市民的期待，这我想你要把责任揽起来，好不好？拜托你啊。是的。好，谢谢。好，谢谢林爷。卢局长，我想就教育您哈，目前我们大溪整个老城区定位为生态博物馆，那这一点对整个大溪未来的一个发展，甚至于对整体我们桃园市的一个观光推动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哈。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的骑楼的天花板，所有的老街骑楼天花板，那目前都已经快掉落的一个状态。那不管是安全的问题，或者一个所谓的老街的景观啊，恐怕都是影响对这个游客来讲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啊。这样老街，这样的天花板，那这个责任到底归谁？如果说我们今天归给市民来讲，哎，你是住户，所以你应该自己修复。可是呢，如果我们站在整体的这个景观的观点来看的话，那可能到时候又变成各行其事，那五花八门，那这样子它的一致性，受到一个质疑。所以到底应该如何来处理啊？我是想请这个我们卢局长哈，我们来邀请相关单位一起来会商，到底应如何处理，是不是可以？可以。好的，好。那么另外啊，大溪行政园区的一个迁移啊，因为大溪整个老城区的大溪都市计划的一个发展已经到一个饱和状态，那么同时为了留住更多的游客哈，那么同时也让整个我们未来的一个所谓沐浴生态博物馆能够有更完整的发展哈，所以这个行政园区的迁移到我们这个在大溪高中大汉自然高中对面的这个新的一个行政园区的部分啊，已经是势在必然，那否则我们整体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沐浴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呢，就形成一个缺陷，有一个点缺在那边。那所谓的缺是指说它的整体性没有了。第二个，事实上
一个大型的展馆呢也是必要的。我们就以三义的一个木雕博物馆来看整个大三义的一个木雕发展，那就知道这个博物馆，这个大型博物馆存在是重要的。虽然我们的生态博物馆是指生活博物馆，是一个所有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博物馆的概念，可是呢，因为我们大溪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家具的一个展一个重镇哈，所以这样的一个馆的产生也是必要。所以这行政园区呢，目前还卡在这个内政部都委会里边哈，所以我想局长可能要请您啊，就大溪整体的发展啊，好好跟这个都委会讲一下，就是说它是必要性的，好，那这样子才能够为大溪整体的发展做一个解套。那同时，我们整个大溪的老城区哈，事实上过去整个老城区是不只是只有和平老街、中山老街一条，而是整个老城区的一个街廓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可能只有我们只存在所谓的和平老街跟这个中山老街这样的印象哈。那所以的这个整个立面牌坊的改造，整个包含的电缆的地下化，包含的这个道路路面的一个这个整铺的部分哈，恐怕也是这整个老城区改造必要的工程哈。所以请局长哈，在会后能够针对这些问题哈，能够逐一的去做改善，逐一的提给中央做一个建议，好吗？好，是。好，谢谢局长，谢谢。好，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黄婉如议员发言，谢谢。好，谢谢副议长。那个，卢局长，我想你今天可以不用坐下来，你今天一直站着了。我跟你讲，老屋建检呐，30年以上的这个房子哦，要建检，买卖过户还要有这个，要有证明，表示这个房子哦是正常的。那我想早上很多议员也针对您的，也听了您的意见哦。我刚才一直坐在这边想，为什么要有这么？吃力又不讨好，然后又没有配套措施的一个政策，请问你，如果这一间的房子建检不合格的话，那怎么办？拆掉重盖，是不是？但是屋主又没有这个能力，要怎么办？是不是？这些都是一些的问题嘛，而且也引起了一些。社会的一些的纷争啊，也破坏了祥和啊。说实在了，我的房子是不是健康，我心里最有数。我的房子会漏水，我的房子哪里龟裂，我的房子哪里要补墙，这个我最清楚。但是在目前的这个政策之下，我能够怎么办？老屋建检的结果，当然第一个是如果 OK 就 OK 哈，那或者是可以做修补哈。当然早期发现、早期修补、延年益寿，这本来概念最早是这样的。由谁来修补？两个方向嘛，一个屋主没钱的话怎么办？由屋主叫他不要住，是不是？发生了问题叫他不要住，是不是？也不会啦，所谓危险有好多等级啦，一般会到立即有危险不会多，但真有的话，那就会面临所谓的。那个所谓的重改建的哈，那重改建，我觉得这个配套事实上是还没有讲得很清楚了。日后假如我没有钱啊，我们当然有更新机制可以鼓励他跟这个合作嘛，跟资金合作。但如果没有民间自己要来，当然会涉及到所谓融资贷款。局长啊，好啦，这个哦，用公的较紧啦，自己回家印钞票也很快啦。我告诉你啦，真的，你们的违建啊，要拆除的违建，被查报的违建啊，我绝对相信有70%的违建都是因为屋子漏水，老屋不堪使用，然后要整修。你想想看，这些的屋主自己已经发现到自己的房子生病了，自己的房子需要去补墙，就要盖，但是你们却把它当作违建要拆，这是不是跟你们老屋建检有这种背道而驰的这种状况，对不对？你们应该要鼓励他，鼓励这些屋主，嗯，很好，你发现到你的屋顶漏水，你做一个棚子，对不对？你发觉你的房子有长壁癌，好，这道墙重新拆过，重新做，对不对？
这个应该鼓励啊，你们现在换了一个方法铺上台面，叫什么老屋建检，然后30年的房子，然后不能够什么房屋要过户，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健康检查表，对不对？你倒不如把你们的这个，你们倒不如把你们的所有的违建户里面有关于这个危险堪舆重新堪舆重新要改建，重新要修正要改建，然后不小心触法的这些违建的那个违建的那个的住户哦，能够网开一面嘛，对不对？他自我检查，检查出毛病，我自己做啊，我自己恢复啊，我自己去自我检查，对，我自己治疗啊，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啊，你们对于这些因为房子有感觉到有危险之余的这些房子，然后重新这个重新改造、重新修补的这些的违建，希望你们能够网开一面，可以吗？那个好，那个好，市长不要太扰民了。可以不可？请你回答。好，第一个，工人依法行政，它属于这种法律。你不要讲依法行政啊！我跟你讲啊，你们去做那个什么，你们去，你就像今天大家谈的议题，对不对？也是要让老屋能够健全啊，对对不对？但那我自己发现我有病，我轻微的哈、哦，或是他是基于自己自救，或是因为屋顶漏水盖个东西。好了，反正你们说的都对啦，民众做的永远都是错的啦，好不好？然后就是要创新，创新，创新，扰民，扰民，扰民，花轿，花轿，花轿。你请坐下。另外还有啊，就是像我们那个正光花园新，我是叫你坐下来，没有叫你坐下来。对不起。我跟你讲了，像正光花园，新城你知道吗？那桃园最有名的这个最有名的海沙屋，对不对？20-30年了，政府有去关心过吗？有去健检过吗？那不用，那不用健检，不用专业去就知道那是海沙屋。嗯，你坐在那里都会咚掉下一片的那个什么的那个砖块，这的那个水泥块，这样你们有去关心过吗？对不对？可以继续住吗？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专案在辅导他，已经辅导好几年了。你们只是专案在辅导，你们没有付诸行动啊，对不对？该做不做，不该做的在这边东想西想。另外还有我们桃园区的通盘检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现在进行的怎么样？我记得我上次问你的时候，我上次请教游科长的时候，您说还在找外包厂商，还委外，现在出去了没？现在计划怎么样了？这已经预做报告。我跟你讲，这已经延宕了第8年喽。是预做，我们的规划厂商已经找到了，而且我们目前已经办理了公开征求意见。那目前已经在进行实时的一个作业，因为它涉及计划图资的一些整合，所以目前已经在进度当中在做处理。这些公告是不是要需要让民众知道呢？有，我们有正式的做公告，让民众知道。你公告在哪里？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公告征求意见，因为在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请问你，啊，那这样就是你的不对喽。我50/50，从我们黄科长时候就在关心我们桃园区的都市计划，那时候的桃园市根本没有在动，对不对？然后当时的黄科长还会50/50告诉我，以后等到升格升格。现在等到升格。到你游科长，我也50/50去你办公室去跟你请教，对不对？是，是不是这个及时的资讯？我会再补强，再跟您及时的报告。我跟你讲，一些对地方、对财团有利的这个的案子，你们就会专案开会，然后对于这些民众切身关系的这些案子，您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推脱。第八年了呢，啊，市长的任期也过了一半了呢，知道吗？还要再等什么？什么时候可以公告？什么时候可以变更？啊，可以变更，什么时候？这个一座，我向我们任何有新的进度会都可以跟你报告。那这样子我会亲自来督导了。你讲这个没有用啦，我要正确的时间啦。另外还有，我希望你们哦，对于这个，你们对于租屋补助啊，今年花放了多少出去？
多少？到这个上礼拜6900万。1600万。6900。啊？6900万。总共有几户的人申请？有1000啊，租补助，哎，是租金补贴啊，租金补贴有8500户来申请，我们的 quota 是7000，那你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您是提到，因为你的声音我真的听不清楚。好，您是提到租金，我是要知道租屋补助有多少人来申请？8500。啊？8500。8500。是是。好。那8500，那我们的预算是要多少户的预算？我们现在有7000的 quota， 的 quota， 那就是有超过喽。有超过，我们会去跟中央申请，让我们这些这个不足的能够补上。好，等一下，那个处长，数字正确吗？对。好，你要跟我回答我。据我所知，不是这个数字。我告诉你，你们这个真的租补助的申请的条件啊。真的是很困难呐、啊！去年呐、啊，还有没有申？去年还剩下很多的金额的预算，还继续的那个，请大家去申请。我跟你讲，要祖宗三代，还有太太的娘家那边也不能够有房子，这样才有资格申请。然后有的房东不肯签合约，不能跟那个不肯签。好，谢谢。好，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邱树芬议员、苏家明议员、周玉琴议员、吴春芳议员共用10分钟，谢谢。谢谢副议长啊，我们副县长还有各局长们，还有各位长官啊，还有我们联络员、记者媒体啊、议员们，大家午安啊。那请教一下我们都市发展局的局长啊，那我们是否有成立说捐方土地专案小组处理本市捐方闲置土地吗？有啊。有。我要和你讲一下的就是说，我们杨梅、埔心、草南那边也有一个捐方的土地啊、哦，它在100，那个是在杨梅区四维路2段，还有永美路455巷啊、哦，有3.3公顷啊、哦，我们的主秘也知道啊、哦。那在102年的时候呢，我们有去陈情说，哎，那块土地要做一点点，就是做机关用地啊、哦，作为我们四维里的活动中心。我们102年就申请了，然后都市变更是在102年11月，都更也是公告了啊、哦。可是呢，103年到104年也召开很多次的座谈会啊，还有审查会啊。在104年到104年到105年之间呢，也已经说研议说捐赠公共设施用地，就是说做我们的思维里活动中心啊，还有老人会啊等等啊，图书馆等等。然后今年8月的时候，你们突然说，哎，国防部不同意了，这一块土地没有办法做公共设施使用，这是什么原因啊？不是开倒车吗？那我觉得，哎，局长你坐下，我们主秘讲一下就好了，主秘讲一下。哎，国防部请这个城乡分署办理都更计划。对。那我们市府这边住宅处这边是地方的协助的单位了哈。那在最近一次的这个住宅处的跟国防部的会议里面，国防部表达说，这个案子有报到行政院去哈。那在行政院的会议里面，已经同意是要改采标售的方式，不走都更。没有啊，那我们市政府不是要极力来争取吗？不是要协助我们？是，所以我们从住宅这边局里面。这还有机会吗？我们还要再争取，希望能够继续办都更，因为我们需要这边的公共设施的服务了。对，那我这个有一个陈情书哦，我待会就拿给副市长这边好不好？再帮忙协助一下，一定要争取。我102年都公告了，你现在说不要设置就不设置，不给我们做一个机关用地，你就不设了。以前都变更都通过了，都已经公告了，怎么说可以随便说变就变呢？副市长要帮忙协助可以吗？OK， 好，待会再陈情书给你啊、哦。OK 哈、哦，那多拜托一下啊、哦。好，请
请坐，还是局长，请教局长啊、哦。我们杨梅富冈地区啊、哦，富冈丰野地区，因为呢，那以前因为了为了建设，民国68年那边的地主呢就捐赠一块土地做那边的里活动中心啊、哦，结果呢，我们以前的县政府就在当他们的周围画一下G6用地、田山用地等等公共设施用地啊、哦，可是呢，那用地也没有办法买卖，也没有你们也没有去征收啊、哦。那他们也申诉很多次了，就是说希望都市变更还地于民，或者说你变为公园用地也好。这个案子目前的进度到底是怎么样？报告一做，那目前我们全市性的有在做这个我们的通盘检讨，公共设施的通盘检讨的部分。那确实如果没有必要的部分，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内容上面，目前都在做草案的研议当中。都有在做研议。是。那希望把这个案子纳入，好不好？是，我们会把它纳入来做一个规划的检讨。百姓的好意捐出来做里民活动中心，你们就随机就把它划为这个是G6用地，这是停车场用地。因为现在那边的道路也开到那边了，它旁边还有一个活动中心，前面还有一块是他们的私有地，它干脆就封起来，连活动中心也不能使用啊、哦。希望这个事情是很严重性的啊、哦，希望我们局长这边啊、哦、能够多协助、多帮忙，好不好？好。好 ，OK 哈、哦。另外啊、哦，杨梅都市计划真的很奇怪，有的巷道啊、哦，既然是规定要那个巷啊。我们电源路190巷，那巷是计划道路是20米啊，你有没有听过？有吗？蛮宽的，应该有人这样计划的吗？对不对？那不是有违反地主的权益吗？它是190巷哎，巷的道路是20米哎，20米都市计划道路哎，这可以变更有效吗？这个一样在通盘点，如果了哈，如果它已经建成了，那实际上路也。那个没有开那么大，那当然我们会检讨交通流量，当然也部分就可以把它缩起来了。但如果是已经开辟，那就开了嘛。那个现在现况是不是？那个路也还没什么开辟啦，路目前是没有20米啦，可能是8米左右而已啦。哦、是，对不对？那我们陈情也到我们都发局这边了，希望局长也多帮忙协助好 ，OK 吧？好。好、哦，应该是要顾及地主的权益。一个巷道，那路才12米、15米，你巷道编个20米，这个都市计划是不是有错误啊？还是以前的人有错误？希望我们能够更正了、啊、哈。好， okay, 谢谢提醒。那再多拜托哈。那地震局的哈，请教一下，我还有一个题目就好了哈，就是说我们杨梅林凤宫的土地啊，为什么今年又不能再标售啊？因为我有到现场去看过，那个站的是蛮复杂的了哈。是复杂，可是呢，你们的地价也帮人家调整太大了吧？以前啊，我一个朋友的土地2500万就可以标售的，你今年说公告要标售变成5200万，这地价是怎么算出来的？希望我们地震局好好研究一下 ，OK， 好不好？希望不要说每一年都增加它的地价。应该是照以往这个公告限值的就好了，你们照市价去征收，谁受得了啊？对不对？那不是抢钱吗？我在以往可能是照公告限值了，那我是认为如果要标的话，应该是按照相当于市价来做底价了。OK， 好，谢谢。啊，谢谢。好，那个行政院那个局长。是，刚刚那个我们林正祥议员提到过，就是说关于我们原住民新建我们原住民一个。住宅的一个政策，我不晓得说市长的理念是不是跟你们有点不太有点出入。在上次我总执行的时候，市长已经非常的明确规定，明确指示你们说在原乡的部分是可以做一个新建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住宅，在都会区的话是做一个混居的一个住宅。我相信我不晓得那个当时新会开那个会址的时候，我们也不清楚，而且我不晓得朱多吉这边。朱发局这边是不是只有我们的那个市议会只有一个议员，一个原住民的议员？当时我们是个议员，我们也没有去会刊呢，你们也没有通知我们呢，非常的不尊重我们。我想说这个部分，我想说那个王副市长，你回去跟市长讲，请他非常明确的告知我们，他对我们原住民新建原住民的一个住宅的一个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好，是混居的呢，在我知道他的决定是在
在都会区是混居，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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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后在原乡它是集中的嘛，對對對，我想说这个要有一个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好不好？对，好，这个抱歉，我想这个下次假如说有原民人的，对吧？你们的那个政策摇摆不定，我害得我们也不晓得怎么跟那个跟那个我们的一些族人做交代。而且现在目前在都会区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老年人都已经回乡去了。在都会区里面，我刚刚也提到过，都会区是我们原住民下一代年轻人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场地，而不是说我们要排斥我们文化要在都会区要生根，但是这个原有的一个特色，原有的文化的特色还是要存在的。我想说在新界住宅的这个部分，我相信我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能够听听我们都会区原住民的一个心声好不好？对，变是帮我们变成一个标那个标志化嘛。对，我想这个都可以，内容到底怎么安排可以找都发局还有这个我们原民局还有几位原民的议员呢，大家一起协调，因为这些新闻给我们好不好？對對對，让我们所有的议员，這個、協調一下看什麼，包含我们原住民的议员，尤其是我们原住民的议员，他们都根本搞不清楚政府的那个政策到底摇摆不定，是不是？对。再不然我们做一个宣导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说，确实在都会区是一个竞争的一个场地，原住，而且现在的都是小年轻人，都是应该是说是都是融合的一个婚姻，他的另一半不见得都是原住民啊，有的是非原住民，他们的意见绝对是会有冲突的，所以我希望说这个部分，我希望政府做一个非常的通盘的一个考量，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心声好不好？对，好，这个是原民主政啊，但我们不会分那么清楚，我们会来协助。好，我想卢秘书长还是局长，你现在有没有这两个职务？没有，就是局长。局长啊，副秘书长有没有兼？没有了。没有了吧？没有。啊，我以为你又兼两个职务，你要做一期。你不是桃园的人嘛？哦。我不是。我们那个后火车站，上次都阿局我也提过了，现在换你，我也不要苛责了。那个后火车站，我们桃园那个台湾银行那个土地，你可能唔知啊。我知。好，你知吼？那个已经执行一年多了。啊，还得人家绿化，你们都不做。哦，你新人新气象，我给你鼓励，好不好？为什么哪时候可以做？麦克说有录音哦，你哪时候可以动？以前说要绿化，讲过一年多了啊，弄不听不当。我来回答了哈。当然有那个纠纷嘛哈，这大家拢知道。对，这拢知啊。所以东西伊不会答应，但是不管伊答不答应，咱应该先处理他的都更必须，应该画下去了啦，没啦。没有关系，你要能动。我副市长那个俩经营足可惜，遐大的一片土地，我已经做起定位少。我那时候市政府市公所没有那个权力，现在已经任辖市了。你来去协调台湾银行，还是看地主走路拢无要紧，你要统合一下。你别在崩个呀起棒嘛，遐底下无意义嘛。那以后艺文区已经没有那个以前市长也讲过，那个大型活动遐来开发几啊万平呢。对，刚才杨家两个议员提到很好啊，空地啦，空屋了，怎么样？可是我已经提过一年半了啦，这边起定了，这边两年啊啦，对，好不好？我们也没有时间，所以你要拜托，要去助力的哈。卢局长，拜托努力一下哦，你们不用回答哈。还有那个国际路那个司法园区，现在什么程序怎么有没有完成？以前我当市长一个生态公园，哎，那生态公园水利会不会好难留？啊，基本上不了了之。啊，现在怎么规划？啊，你们的都市计划怎么未来怎么做？报告一座，现在他有这个我们司法园区的这个案子，他那个水利会这边有一个变更案的部分，在我们的这个专案小组是以前我是政府市公所还要编的8000万配额呢，啊，现在当个展现他是新政府，我不知道，你规划的呀，很可惜那个生态公园以前都规划了，啊，水利局这边让他配合。水利会他们在这次的提案里面是有提出会有这个捐赠相关的这个公园的这个绿地的一个提案。以前征收还有市公所出钱，以前县政府我们配合出钱的啦。这里可能爱去了解一下。哦，那个四万年前的生态公园对桃园帮助，哎，中罗湖那个生态公园哦，很可惜你没有去用哦，真的好不好？哦，因为没有时间，所以你要把它规划起来啊，拜别要用啊，给我书面报告好不好？好，卢局长哦，还有那地政局哈。公告地价调整，啊，这摆会动一条，人那动会调啦。以前我也提过，要搁调无？今年要搁调无？今年调过来吧？今年不调公告地价了。啊，对啊，你公告地价动一条，一个政府的措施，一个政府要征收，吊市价征收，要哪做啦？
公告限制是有条了，哎，公告地价三年一次。啊，公告限制嘛，干没在修还呢，循序渐进嘛。我们会了解状况来做考虑的。对啦，你慢慢那调了嘛，你等下公告。不过那个跟征收又没有关系了。啊，公告限制，你把公告限制没弄条。公告限制今年有调8%左右。啊，对啊，你干没在调调个旧的，刚刚你要调到8%-10%。哎，我们会考虑的，整体考虑一下。哎，对，考虑好不好？拜托。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范刚祥议员发言，谢谢。谢谢主席哈、哦，那个卢局长哈、哦，是。我想今天哈、哦、老屋买卖的这个鉴检哈、哦、证明引起了轩然大波哈、哦，不过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一个过度反应，那我们都发局应该对这件事情要有妥当的因应。为什么呢？按照我们民法本来买卖的规定，瑕疵担保的范围本来就基于这一次主要谈到的避震的问题嘛。哦，你要确认这个耐震的部分没有问题，只是说以前的困难在哪里呢？耐震它不像其他的可见瑕疵、裂缝什么东西看得到嘛。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规范这个义务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就已经有告知事项嘛。我们本来在买卖房屋的时候有没有告知事项表？有啊。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增加了多少义务？其实有限。只不过说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谨慎？因为它毕竟是增加义务，它有可能造成交易成本。那我今天看到报纸的报道，哦，主要有两个精神嘛。第一个就是说，它是限缩于必要的范围，也就是说所谓的耐震。那我相信，其实我说真的啦，现在本来的交易事项必要告知表，哦，大概能够讲的也差不多了啦，就差这个耐震这一项啦。我这样讲法应该没错嘛，对不对？没有错。那么我们把它限缩到耐震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它的交易成本的增加就有限嘛。不要变成说它造成一个房市的冷冻，因为台湾现在经济的整体的状况基本上是有点冷嘛。那假如说你在对房市有个冷冻的效果的话，对整体经济应该是不好啊。所以它是限缩在耐震的这样一个范围，基本上我想卢局长应该也是同意的，是好会按照中央的法令来执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哈，因为这虽然是本来就有的告知义务，可是它会涉及一个问题。我们所谓这个告知的义务做完鉴检之后，它能不能作为限制买卖的约定？这个在中央台也有讲到。那我觉得这个说我们还是按照中央，原则上按照中央决定，也就是什么呢？契约的自由没有到非常必要的状况之下，不要去限制买卖。假如说我今天做了耐震的这个测试之后，耐震的这个瑕疵虽然有，可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话，他愿意用减价来买卖，我想这种契约自由并不需要去把它限制哈，所以基本上我对于今天中央所提的这两点原则上的修法的方向，我觉得是 OK 的。那么我在这边提醒卢局长哈，我想你也是专业人士，我们应该要有的，因为到时候中央建筑法修法之后，我们地方要有配套的法规修订。那么假如说有逾越这个我以上所讲的这个两点原则之外的话，我建议要采公听会。那假如说没有这样的话，那经过一般的草案的这个公告的程序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要完备。这个我想局长应该可以承诺吧？是，可以，可以。好，那假如说有其他政治或者法律上需要提供意见的地方，你也不用客气，我想我应该可以提供一些意见。好，谢谢。再过来第二个问题是哈，我们在第二页的时候，工作报告有提到所谓的国土计划规划哈，那么这是今年开始实施的国土计划法。那它对我们台湾未来的国土使用会有全面性的影响。原则上呢，它是区分所谓的国土保育地区、海洋资源地区、农业发展地区、城乡发展地区。每一个地区严格的限缩，它必须要在它的使用目的的范围内去做使用嘛，对不对？我想这个是卢局长应该很清楚。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说我们现在的都市计划法跟区域计划法，事实上我们现在整并变成在6年之内完成所谓的国土计划的这个程序。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原来在区域计划我们有在进行一个计划嘛，我记得是这个样子。那现在要变成国土计划的这一个计划，我问你一个关键性问题：现有的都市计划区域是不是原则上将来都会列为所谓城乡发展地区，是还是不是？是。那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很多都市计划区有一个很明显的违规使用的现象，就是交通要道旁的农业区的违规使用长期存在，大家都看得到。孙子路
淳水路现在已经小块溪从化区了啦，哈，淳水路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好，那另外讲一个介寿路，介寿路违规使用也很严重，而且它长期存在。我问你，你刚刚讲说要把它划为城乡发展地区，这是一个既定的政策，那你未来有没有想到要怎么样解套这个问题？我们将来是要去推动公办的重划，还是继续把它放在那边，造成一个违法而大家装作不知道的状况，甚至有我们的局长也牵涉在内哈？你这个问题你有想过没有？假如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假如你看两难嘛，假如我把它划为农业发展地区，那大概也没问题了，那你就要把它拆掉喽，因为按照我们国土计划法就是说。我已经不再跟你玩模糊的游戏了，你该是什么区，我就照什么区的规定给你下去。好，所以我了解嘛，假如你划成城乡发展区的话，原则上是朝向把这些违规使用的农地，在一定的条件下予以合法化，或者是经由都市更新，都市更新应该不适用了哈，经由重划的方法。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你要提出政策，因为说真的啦，一个台湾整个法治最大的悲剧在哪里？这里讲一套做一套，监管法这么繁复，局长很清楚。啊，你讲的到底实施了多少？那对人民来讲，就是说啊，你到底哪一套法律？我们有潜规则吗？好，我想这个问题请好好的思考，因为事实上有交通要道这个所谓农业违规使用的话，我想还是并没有到那么多啦。好，请这个问题好好去想思考一下。好，那另外一个哈，第二页下面有一个所谓绿线捷运哈。设施拥堵的变更案，那我提醒卢局长一个问题哈，103年七月的环评中哈，那个时候的桃园县政府哈，为了避免进入第二阶段的环评，所以呢，他自己把争议点最大的基九明光路口的那个站、基十大新溪路口的那个站、基十一南平路口的那个站，他要限缩他的征收的民地，限缩95%。也就是说呢，造成什么呢？造成有的地方像基九是保留，但是目前并没有站体的设置。好，那么其他的话可能出入口会受限。我问你，我们现在在做绿线捷运的设施用地变更案，对这几个站是如何处理？简要说明，假如不清楚就事后补报告。要现在说明还是补报告？啊，不好意思，这个 G 九站的部分，就是在协调不成的一个情况下，目前都市计划是没有做任何变更，但是交通局会在 PCM 的案子里面再去跟地主做一个沟通，所以还会持续沟通嘛？对 ，G 十、G 十一目前都没有征收到民地，而是利用现有道路的范围去增设这一个出入口。那以及现有道路的范围增设出入口有办法吗？你的人行道要划到多宽？在这个道路的范围以及这个民地的这个法定空地，我们也增设这个出入口。那透过这个一社联通的奖励啊，鼓励这个地主来提供。好，请你事后把这个详细的方案哦，这个提供给我，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早一点做预为思考了。你 PCM 说真的 ，PCM 预计是要明年底完成呢。你这个弄完之后，要不要做环差分析报告？我看恐怕要哦。对不对？因为你有差异分析的问题，我不晓得会是怎么样。可是你们这个行政流程应该要清楚，好不好 ？OK。那另外一个哈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G08站。G08站，我去年11月总质询的时候我就问过市长哈，他基本上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3A 基地上土地开发的初步规划，在可行性研究里面，它是要盖地上15层、地下3层的建筑物。那么4B 的这个基地呢，是地上12层、地下3层。那个时候我是提醒市长一个问题，我们永和市场附近旧市区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公共设施不足，道路的宽度不足，这个东西不可能变更了，没有一个市长能够变更。好，我那时候提醒市长，在这样的周遭条件没有办法变更的状况之下，我们现在用更大的建筑量体，哦，可能是为了要冲所谓的自偿率的问题了哈。但事实上我也觉得没有啊，因为你自偿率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到达捷运绿线不已经到40几%了吗？远远超过25%啊！哦啊，这个先不讲。那你现在这个建筑量体这么多，好，市长当时是承诺我说，好，有关这个公共设施供给啊，或者这个等等的问题，他要做完整的研议。那我不晓得这件事情，G08的建筑量体太高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在都发局这边研议？在这一次的所谓的公共设施的这个变更里面，有没有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综合规划报告又怎么样去说明？
本来它就是市场用地啊，哦，对，那市场用地本来容积也蛮高的，这也都是事实啦。OK， 那您提到的是局长，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对，我倒不是讲市法性的问题，我不相信市政府会产生违法的这个决定。实质的冲击问题，是一个冲击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一个我们都市景观的问题。那个地方已经很拥挤了，我不希望那个地方变得更拥挤。那个地方现在是几楼建筑？四到五楼的建筑。那个地方假如将来变成12楼跟15楼的建筑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感觉铺天盖地的压迫，还有你的道路是不能拓宽的。你的道路是不能拓宽的，你到底会增加多少交通流量？我希望这个问题好好去把它研究清楚，我们不要光想一个越盖越多的城市，好不好？谢谢。我想我们可以通过。好，谢谢，请坐。哎，苏议员，那刘胜前议员呢？好，你们五位共用哈。好，那就李英强议员、杨进福议员、苏志强议员、刘胜前议员，还有欧秉承议员，五位议员共用30分钟，谢谢。啊，谢谢，谢谢副议长哈，那个副市长哈，因为我们各局处那个主管哈，那首先呢，那个卢局长哈，首先呢要欢迎啊，加入到我们的市政那个大家庭哈，因为你以前是做副秘书长哈，所以不用来我们的市议会来备询哈，那现在已经升为政治局长以后呢，我相信我们见面的机会也非常多哈。我现在问一下，就是有关于有去年提案的，有关于我们新路段哈，277号哈，以及我们的枫树，以及我们金钟段546号，它本来是儿童的育龄地，现在变更为我们的一般公园，让它能够盖活动中心，这个案子哈，目前为止啊，它进度为何？这个我请同仁来，一座不好意思跟您补充报告一下，因为我们龟山的通检已经开始启动了，那我们6月份已经在做这个公告征求意见，那一座所提醒这两个这个儿童用地能够做这个集会所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纳入这个案子来做草案的一个研议了。那我麻烦一下哈，你再把它加入到那个200，就是我们的新路段264号地号哈，是因为它跟277号是比邻的哈。那目前为止我们桃园市政府啊已经征收了哈，那个整个加起来将近有1000多坪哈，所以麻烦你也把那个264号跟277号等于说合并在一块哈，办理都市通盘计划检讨，好不好？是。那大概这个期程啊，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我们目前预计，因为这一次的部分是包括这个计划图的部分的重置，而且龟山有一些大概蛮多的议题要做处理，我们预计看明年的部分，希望能够把草案研议出来。那明年的部分把草案研议出来之后，我们会来进行后续的公开展览跟相关的法定程序。哦，那你这样的话等于说还要经过1-2年哦，不是这么快了。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可是这个土地的这个变更不是都市计划的话，难道不可以直接的就可以这样做吗？因为我记得好像你们说这是106年的时候第几次通盘检讨就把它纳入啊，可是现在又搞得你，我听你讲起来，好吧，又好2-3年以后的事情了。对，就是因为现在的通盘检讨是针对整个都市计划区来做处理，所以确实它已经在这一次的通盘检讨里面来纳入处理。有在里面？有纳在里面做草案，还要耽误到2-3年就对了。因为它有一些是有一些法定程序需要做处理。好了，你到时候你这个时间不够哈，你会后再跟我做说明一下，好吧？那其次呢，请坐哈，请我们地震局哈。议员好。陈局长哈，我们有关于哈我们的龟山区我们的丰达纺织哈，目前为止啊，它的次地重划已经到了什么样阶段？因为我这边听说哈，那个土地啊，建商就是土地重划的，他已经把土地了卖给建商了，他总共是。那个商业用地是2000坪，然后一般住宅区是6000坪，所以他把那个6000坪已经卖给上市的建商。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看整个的规划、整个的那个道路还有公共设施，我看他完全没有做啊，那样子可以做这种动作吗？请肖科长回答一下。丰达羊毛它是我们中心自办湿地重划，那目前因为它是属于要实施环评的，那环说书最近也才审核通过，现在正在公告中。那湿地重划计划书其实还没有核定，所以刚刚一座提到的它的现场工程是现在是都没有办法施作的。那整个重划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进行。那你现在目前为止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环评还没有过就对了啦？不是像外面谣传就是说已经整个都过了？没有，环评已经过了。那现在要什么呢？
下一个阶段就是他只要把重划计划书提报到我们市府来，那我们进行审查，在合议制审议通过之后，就可以正式实施。他的那个丰达纺织厂他们的内部的问题嘛，是那整个都过，就他们再提出计划就可以过了，这就 OK 啦，对不对？那我麻烦一下，你麻烦进加速度快一点，好不好？因为那个这边我们地方上建设，他本身要提供的公园、道路什么都没有提供出来嘛，那他外面的土地都卖掉了嘛，好不好？他就前面土地都卖了，所以我希望说你下去给他请他们快一点，好不好？好，啊，加快时效哈，好，谢谢哈。好，就叫我们地震局局长啊，陈局长。我看你的工作报告上面最后哈，那个我们这个地震局，也荣获了今年度的机关档案管理金档奖哈。对，这个是蛮不错的成绩了哈。我想这个还是要给我们同仁多加的鼓励哈。谢谢。好，那个就是有关于我们原住民高中哈，罗浮校地。好，我想这个部分因为上一次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目变更的阶段，好，那然后呢，再到时候又要再做环评啊，所以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拖了真的很久很久，我想这个部分我希望说我们啊局里面这边呢都给他们辅导，都给他们帮忙一下，好不好 ？OK OK。好，这个部分是不是局长做一个说明？对他来的话，我们就来协助他们嘛，哈。尽量把那个时程缩短，好不好？尽量把它是，你问一下那个原民高中。那个校长哈，这个筹备处局里好像还没看到，哦，还没送到，没看到这个案子，好，没关系，没好，那你下去的时候再去看哈。Okay, 那今天难得我们地震事务所的主任都有来哈，对，那我们每次这个有关于原住民的土地哈，他们有时候比如说发生纠纷或者是要耕作哈，他们都要去找啊，比如说五十几年、六十几年代的他的当地的这个空照图，然后呢，他们都要到哪里去问，你知道吗？航厕所的，对，到台北的航厕所，哦，所以说还要去那边，而且一张哈，都不便宜，哦，他要去照那个，去取得那个啊空照图啊，都很贵的。我在想说，我们地震局这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啊软体，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设备可以啊，可以在我们桃园市来建置，因为不然的话，每一次他都要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有时候要调我们的书面资料，很常常因为我们年久了哈，年代久远，然后都没有办法再调出来，那又发生纠纷，那怎么办？这个我们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如果不是很贵的话，我们可以来，是不是跟他们看看他们是用哪一个软体，是不是我们能够啊，在我们已经升格为直辖市，我觉得这个不是应该不是困难呐。好，我们来，副市长。我想这个部分应该不是很困难哈。对，因为这个是 ICT 技术是可以解决的。对啊，但是问题要跟他协商。是是是哈。好，那请坐哈。那我想再请问一下，因为我们地震事务所主任在这里，我有一个个案哈，就是说他现在哈，就是原住民土地要继承哈，这个大溪地震我们的这个所长哈在这里，结果呢，他这个这个要继承，就是他的子女呢这个有四个，比如说四个。其中三个全部都没有问题，都取得他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个硬件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唯独最后一个，结果呢，那个他的最小的一个是妹妹，结果死掉了，结果呢，他的这个像这个两个呢，他结婚了，然后又没有孩子啊，就没有继承人嘛，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又要他的老公的这个硬件证明之类的，结果他老公呢也死掉了。那老公死掉了怎么办？结果呢，又要她老公的所有的兄弟姐妹的这些硬件证明这些资料。我想这个部分，哦，说实在的，这个真的是，因为她本身这个土地的这个继承人跟她老公，这个她最小妹妹的老公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她如果妹妹死掉的话，她老公也是一个继承，因为她继承给妹妹以后。妹妹再死掉的话，老公也对嘛？那结果老公也死掉，他们又没有孩子，那怎么办？那，可能他有，就是要老公的兄弟姐妹父母，对啊，父母那个还有继承权啊。所以说这个就我想哈，这个部分我算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按照要以实际的这个案例来看呐哈？我想这个不要一直好，这个他这个老公跟原来这个继承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嘛，是不是？但是在民法规定，他还是有他的继承权存在。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哈，我想这个我是会后再跟我们这个主任江主任再来研商一下的，好不好 ？OK OK。好，请坐哈。好，再请教那个督发局哈。好，谢谢。好。
这个我看你这个工作报告上面哈，第二页有讲到有关于国土计划法的这个制定哈。那我们今年这个我们桃园市，你也要制定一个桃园市的国土计划法哈，然后要这个希望能够符合实际啦。那我希望说针对我们，特别是我们原乡地区哈，那有关于一些油气设施啊，或者这些油气用地，或者是一些这个都市计划的用地，这个部分一定要跟我们几位议员哈，来大家来共同来研商，好不好？是，会跟宜州跟主人做充分的。再来就是也是一个案例的哈，就是有关于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我想我们复兴区哈，这个特别是这个石门水库啊，这个都市计划的这个这个用地哈，在我们的葵辉跟长兴啊这两个地方啊，这个因为划设了这个都市计划，结果呢，他们现在要申请啊禁伐补偿啊，结果呢要申请禁伐补偿，结果呢禁伐补偿法令上面又规定，你未在都市计划区以内的又不能申请，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个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我们市长难得是说我们跟中央一起啊，中央一年补助20,000。我们也补助20,000加码，结果呢，因为是设在这个都市计划区以内，所以说变成什么，他连申请都没有办法申请，几乎都是哦，他都跟你打一个回票说你因为是位在都市计划区以内，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哦，因为我们又是受到水质水量这个保护区里面也不能开发，那你又划设都市计划，结果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什么，放一个陷阱在那里，而且限制了我们所有原住民地区的发展。我想这个部分，我希望我们都发局这里哈，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真的好好做一个通盘检讨啊，看看怎么样来，或者是给他解套也可以嘛，对不对？你或者是把它解编还是怎么样啊，或者是这个看看怎么跟中央来做一个沟通，不然的话，你这个结果呢，我们很好的政策本来说这个禁伐补偿20,000补助40,000，全国首创，结果呢，能够享受的完全都没有人，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原住民反而是一个重大的伤害。我想这个部分，希望我们啊，都发局这里来再做一个研议，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地震局的陈局长，我要请教一下哈。议员好。在我们在9月4号的时候，我们特别也就是。原民会跟原民警，哈，一直到有相关单位哈，就到那个大园区，哦，清风段，那个地段是对，那个未来就是做一个原住民的这个博物馆嘛，国立原住民的博物馆嘛，哈，啊，这个地段呢，这个地段是317、319，321，我想目前请教一下局长哈。记得在我们那一天做一个现场的会刊跟简报的时候，事后我们就在桌上来做一个严明启的林局长做一个简报之后，然后大家都提供一个相关的一个意见，好，那时候一直讲是说地震局要在这个严明会请求地震局要在10月22号之前要提供明确的。这个资料想请局长做一个说明一下。我们就行文给高铁局了，把这个讯息告诉高铁局，我们要优先来使用这一块土地。已经行文过去给高铁局了。已经发文了。这个不过要督催好不好？地震局拜托一下，督催一下，那个时间不要烂在。已经请给高铁局表示我们要用这一块土地，已经发文出去了，那可能马上就会回来了。好好好，请坐。电话要督催一下，因为那有时间限制， okay， 因为不要浪费。因为我们很希望，陈局长，我还有一个， okay。 我希望，这一块土地是40,000多公顷嘛，哈，希望这个原住民的国立博物馆，哈，四公顷啊，对，4公顷哈，那希望这个原住民的国立博物馆，哈，设置在我们桃园市，因为，桃园市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国门，对，那。其他国际人士想要参访台湾原住民的一些文物，非常的快，坐捷运顶多不到10分钟，所以这个区块我们来共同努力哈，这第一点。第二点，我再请教一下局长哈，因为我们龟山区的人口数越来越多，住户也越来越多，那
据说你们已经规划好了，就在我们现在的都阿起那个城乡什么原来的代表会上，代表过去的代表会嘛，对，它是在几楼？23楼。23楼是不是？那等都阿起那个住宅处搬走以后，一楼也会给我们地政事务所来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运作？我们10月31号。哦，10月31号。OK， 好，大概了解，好，请坐。谢谢。那个，我想请教那个都发局的罗局长哈。是一种。我想，你们在这个工作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哦，市政府呢新办这个社会这个住宅3000多户了。那这个3000多户目前是在哪一个地方？有分4个行政区啊，在芦竹、桃园、八德、中立。都有是不是？总计有10个基地。那你们是目前在规划中嘛？是不是？是。好。那有没有通知说有相关的？因为我们在总执行的时候也特别跟请教过市长，所以因为有30%是弱势族群所要这个承租的等等哈。但是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桃园那个原住民籍的议员哈都没有被通知到。我想会后如果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做一个协商，我想请局长哈通知一下我们，好让我们哈保障我们少数族群的权益啦。好，这一定会让会通知那个议座知道。OK， 好，请坐。是。好，那个啊，议员好。目前那个桃科二期这个扩编的进度，桃科二期因为。以前桃科一期有一些就地已经买了哈，但是市场的状况不是很好，像现在大概60%嘛。那现在工商业用地的需求又蛮殷切的，所以我们在开发二期。二期现在的话要先租，然后才能够买地。哦，所以目前已经在做预登记当中。那现在不是已经送到内政部审核了吗？还没有，还在市政府。哎，对。因为我们要把预登记的结果，如果达到70%以上的话，我们连这个结果一起报上去，通过的机会就比较快。那依局长的经验，你看这个桃科二期这个扩编有可能成功吗？有，以我的立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百分之多少？应该是100%吧。哎、这样哦、喔。哎，因为现在很多地主哈、喔。因为有些地主，他有几位地主不大同意了哈。如果不影响整个区的那个，我们也准备把它剔除。哎，对啊，那应该个位数的地主应该对个位数不是问题很大吧？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来说服他们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开发啦，会比较完整一点。因为基于地方发展的原则哈，以及解决这个共同持有这些问题哈，其实99%的地主都希望。能够促成的，所以说这方面哈、哦，也希望局长哈、哦，多加努力了哈、哦，替我们观音区的这个民众哈、哦，这个做点事啊、也带动观音区的发展。另外一点哈、哦，就是那个草塔这个湿地重划，还有5个区嘛，对不对？哎，对，还有5个区。确定公办几个区？公办3个区。哦，2个区私办。2个区自办，哎，是。啊，那现在目前这个5个区的所有作业流程都，第一区公，我们有136区是公办的，那第一区的都市计划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现在已经在作业当中，已经在进行了，是，大概10月份就会发价，开始进入重划的这个作业当中了哈。那其他4个区是同步吗？啊？其他4个区是不是同步进行？同步进行，但是3、4、5、6的话，因为有都市计划还没有，内政部还没有通过，所以要等内政部通过以后，才有办法进行下一个重划计划书的核定。哦，这样哈、哦，哎，那好了，那也希望哈、哦，局长哈、哦，多关心这个案子哦，因为这个案子你也知道哈、哦，是从民国69年核定至今呐、啊，哦，这期程非常非常的久哦，所以说一个地方。要有这个都计这个问题也几率很小了哦。不过为了地方发展，还是拜托局长哦多加努力。应该。好，谢谢，请坐。啊，谢谢。啊，谢谢主席啊。那个从都发局好了，
局长你好，我知道你有两个基金，我们都市更新基金还有我们桃园的住宅基金，那这两个基金基本上比起来都比地震局小很多了，小很多，但在去年我们提拨了10亿，今年又追了挹注了20亿，那总共34亿多哈。对，桃园住宅基金哈，那这部分就是要盖公营住宅还是社会住宅？这个法定名称叫社会住宅啦。可是哈，我看你的工作报告，公营住宅又挂号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又挂号公营住宅，好，那搞得议员在质询的时候也模模糊糊哈。那我今天给你机会讲清楚，到底是公营住宅还是社会住宅？还是社会住宅公营化，还是公营住宅民营化，还是委外经营，是到底什么住宅？讲清楚，因为不要用一些很模糊的名词，来定位。到现在整个市政府还定位不清楚。户籍令，到对面合作上面住宅，讲啊清楚。你确实提到是我们内部有在发展过程里面有不同的人不同意见。对啊，你们要去整合。那你讲，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社会住宅，它有一个社会福利性质啊。对对。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公营住宅，有盈利行为啊。对。那您到底是什么住宅？我看你们的工作报告，社会住宅又挂号公营，公营住宅又挂号社会。没有错，以现在这个阶段是有点混合。我想我们赵议员讲应该把它澄清了，不然老百姓都搞不清楚了。可是你们现在都已经发包了，然后那么多案在推，然后到现在连名称都还没有定。我知道现在一般的用法是用社会住宅。对，我想就归正了，就是社会住宅。可是用社会住宅又有问题哦。那副市长您请坐。没关系，因为法定名称本来就是社会住宅了。那过公营是表示第一个是翁家己企业了哈，不是民间的，那也是政府来经营的啦。我想为了这个明确。就回归法规怎么称，我们就怎么称，社会住宅。好，那你现在要定位为社会住宅，那又有问题哦。社会住宅应该属于是一种社会福利，一种福利性质。那你今天又在住宅基金这边，你又搞了34亿。那我看你的工作报告上面又写了一个，你要做一个社会住宅投资财务自偿性分析融资规划。那既然如果是社会住宅，就没有自偿性啊？你要如何自偿？你拢总开要40亿呢？那你如果今天是社会住宅，就只有租金收入啊？你要怎么自偿？啊，你几乎我所以我一直在强烈怀疑到底你们是不是在用照顾弱势之名新建豪宅之时，然后被鳌拜被来卖厝啊？是不是安呢？我觉得很奇怪。那好，我们现在回到我刚刚讲那个问题点，啊，那两名地震局也问没丢，我的较干性的问啦哈。既然是社会住宅，那你又做了一个自行性评估，那做这个自行性评估还有什么意义？照讲这里边都无法度去行啊。你做了一个自行性评估，又委外，那又花了那么多钱，搞不好这个评估又花了100多万。这个如果以我来看，根本就不用评估了。那你又去评估了一个叫做自偿性的一个评估，那你要拜租金要怎收？你以后要怎么回收？总共花了40几亿，到是目前的预算呢，到时候总共花不止好几百亿那你要怎么自偿性？那以后一户要租多少？一坪要租多少？现在建的话，一坪大概11万到15万，大概11万左右啦。那你以后租的话，你一坪要租多少？那针对弱势又要怎么出租？啊，对少年呢，年轻人没有房子，租不起房子的要怎么租？你拢无一个规划，你去做一个自偿性报告，我觉得这个没道理。这一点，那也局长也不要在这边为难大家，也不用回答了。那我只是把问题点出来，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社会住宅或公营住宅能够在今天能够做个定位。那你定位为公营社会住宅以后，你所谓的自行性评估报告，因为这种有属于社会福利，那这个也有点抵触。那下去的话，把这个法令搞清楚。好，那你请坐哈，你请坐。那等一下问题再问你，地震局。议员好。今天有议员问到 A10站了哈，那 A10站是从民国90几年开始哈，那朱立伦时代哈，那我大概那时候我也当过一届的县议员了。
我也开始关心这个案件。那这一届又当四议员，那从第一个会期、第二个会期、第三个会期一直谈到现在，退回重审，退回再补，退回再补。那现在你工作报告又说，105年七月份你们又已经整个把它补上去了，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哦，这个你吴国祥那 S 站，那我看 S， 我讲啊，故意弄掉，我讲失败啊。没，我了解了解。S 站的话，因为我们市政府很重视这个 S 站、AS 跟中立体育园区嘛，啊，这三个站。讲重点啊，讲重点。我说，所以我们去年市长也说他去拜会过内政部长啦，拜过好几次了，好几次啦，然后现在连总统都换了啦。哦，啊，拢外面进动去整啊！快有好消息的啦！哦，在因为下一次审又要排审了哈。那上次也这样讲，上次你也这样讲，我记上次你也跟我讲会有好消息。对，但是一直没有排进去啊，因为我们7月7号又报上去，那现在一直要排。没有，大概10月。上次是去年，去年又审一次，又把你退回来，你补了12个意见进去，又退回来啊。因为去年的话，三个案到底是不是必要性的问题啦？不，去年的三个案一起报进去，他认为量体太大了，你们没有一个优先顺序，所以他建议我们排入优先顺序的。可是去年跟我讲的不是量体，只是说那303户他的。同意。我的问题很多，他意见很多，不是问题很多，实在没有问题。意见总共有12个点嘛。哎，没有问题了，但是他意见多，所以我们这次已经把它整理出来，在七月好了，好了，继续听你的好消息了哈。哎，好。但是骗人一摆，骗人两摆，骗人第三摆了，我就无啥要相信你啊哈。希望这是上尾一摆，哈，你站在这边讲话一定要负责了哈。对，我。那好消息大家来期待了。希望今年能够给他通过。那另外，你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基金，平均绿权基金哦，近三年来缴库金额大概。啊，因为缴库金额大概86亿哦，较预算哦少了77亿。那针对可能就巴德扩大计划还有中路计划哦，可能土地标售情况不是很理想啊。哦，那在这一部分，你今年105年变了多少？105年是？对，105年也是变了50亿。没有啦，一百零五年这个基金，我的资料总共编了93.7亿啦。哦，对啊，那个有不动产投资收入74.8亿啦。我的意思，我们在缴库的大概是50亿了，那其他因为还有一个成本，所以我们要卖多一点就对了啦。没有啦，你无采我做形象，你台北来的学者对不？啊，你都卖定咧，唔知讲唔知卖定，咱甲咱骗，咱来甲你问嘛是有资料啊。那来，我现在再讲一次哈，今年这个基金预算总共编列93.7亿，不动产投资收入74.8亿。占了大概80%，哦，那我接下来要问你什么？因为你到7月底执行收入才17.8亿，你的执行率分配数很高，200%多。哎，收17亿啊，你看执行率定到200%多，表示说你到7月你的执行率定得很低，你的指标定得很低，可能在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你对股也冲起来，是不是安尼意思？对，对嘛哈。好，那局长，那安尼我先搞了，因为我这是审计部的资料了哈。那你一百零六年，你又要怎么编？因为哦，这个我跟你讲啦，你今年不可能有办法达到你的预算数啦。卖搞 open， 那有没有办法今年达到预算数？因为你是用审计用会计的，所以会计跟我们。我自己的认知的话，因为我只要把那就审计部的资料错误吗？不是啦，因为它的用词是我数据的这个说法是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们会计主任来说明一下。时间要不要暂停？对，议员一说抱歉哦，是这样。我们今年您看到的那个执行率还没到，是因为我们的卖地的收入会落在下方。对啊，这我刚刚讲过了啊。是，因为执行率还没到，是因为卖地啊。那你预算编了93.7亿啊。那我意思是问局长，很简单，只是局长听不懂。你今年到12月底，你有办法做完的？你有办法达到预算数吗？没有办法啦，今年应该没有办法了。那106年要怎么编预算我也看得到啊。所以我只是强调，请他预算的时候注意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浪费一下时间，哦，搞定完挺有意思不？这个不是跟审计部不一样，数字完全一样，你局里面的数字也一样啊。因为我只记得，我们是要把有你后摆面向咱有别个局长，无咱请别人回答，卖搞我讲的数字差啊多，你请坐哈。OK， 谢谢。好，来那个督发局长啊。是。那继续请教你，然后他要先给你休困一下哈。那你这个
这类社会宅，我们现在就统称为社会宅。你说要统称为社会宅嘛，哈、哦？那在社会宅，在中路一号基地立了 K 盖你然后哈，那大竹是不是二号先盖，还是大芦竹会二号先盖，还是一号先盖？芦竹这两个案的进度，我看一下。哪一个会先盖？应该芦竹二号基地会先盖吧？芦竹二号基地要盖几户？芦竹二号是408户。408户啊，那天我有跟局长报告哈，就芦竹这个二号这个案件哈，因为那边芦竹大竹地区它的停车场非常的少，那你这边上面盖14层楼，14层楼下面盖2层楼，2层楼的地下室又没有全面开挖，那那边的公有停车场又很少，根本等于零，所以说希望说能够把地下室全面开挖，那这个建议应当要去处理。结果那天我听说你们审图审过了，没有人提出这个意见，局长有吗？你原来对不起我。不，这个跟议员补充说明一下哈，那个芦竹。好，那这部分不用说明了，我私底下再跟局长讲了哈。最后剩下10秒钟了，大概讲一下了。我嘛希望讲那么专业的局长，掌管都发局，今天大家在讲老屋建检，其实老屋建检到最后要干嘛？要做都市更新嘛。都市更新基金到现在是零嘛？好，谢谢，好，请坐。接下来请苏翠玲议员以及鲁明哲议员共用20分，谢谢。好，谢谢副议长。这个我想地震局我们陈局长好，因为我在3月份的时候，你忘了我刚刚那个讲了很多的数字啦，也许个位数有差别啦，因为我今年初就跟你感恩的时刻已经感恩过了哈，应该就是说这个地卖的今年确实编了90几亿啊，但能卖多少不知道哦。那负责的科长是哪一位？你刚那个基金啊，基金我们林科长再讲一下明年编多少预算，我比较有兴趣。现在230几亿是已经这个去年卖掉139了哈，已经拍板定案，今年正在卖，好，预算90几亿，我比较有兴趣。预算书我快拿到了，明年编要卖多少地？跟预售报告我们没有编，不卖，不卖没关系啊。有大概多少？有预算多少？预算多少？预算的一个。标因为你投入税入，你编的预算就照实讲啊。是目前的一个估计是在平均地权基金的部分是估计41亿左右。41亿啊哈。是。明年40亿哈，准备3年凑300亿左右。我是说真的哈，这个上次我们王副市长也特别说了，每分钱都会去好好用啦。那我们说真的，地哦就这样的慢慢也卖光了哈，真的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哈。那刚刚事实上刘议员啊问了2个问题啊，跟我们都是。同一条绳子绑两个蚂蚱，那个哈蚱蜢啊，我请教一下哈，你那个公文7月7号发的公文，你是把 A10加上中立体育园区一并来去跟这个土生小组解释，对不对？我们最主要是要 A10要给他通过，那其他的，因为他是说我们 A10、A20还有中立体育园区这个量体，他是认为比较多，啊，是不是可以？我们那个解释是说我们这个开发不会过多就对了啦。因为你现在我有看到你公文了哈，对，如果你不要说没有处理中立体育园区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效率哈，我是觉得我不太清楚了，因为每次问市长，市长说是全力以赴，到我们地方讲也是全力以赴，但是那个全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去年9月9号内政部土生小组给你的文，他提出问题给你了，你用什么的理由回了3页的文？你要花10个月的时间，你把这文回去。如果说我们市政府团队要定义这叫做我叫积极去拼命啊，我没办法接受了。我跟议员报告一下，我跟议员报告一下，我们在4月份他又审一次，审一次哈。今年4月1日，那你那个中间的文没有提供给我嘛哈？那你说去年9月9号到今年才回这个文，我是觉得这样拖。不行啊！我们2、3月有报文，我是觉得这样拖真的不行啊，因为我们期待说，5月20、520之后大家都变了嘛，对不对？什么董事长什么都在换嘛，你不能说土生小组的主要的卡到地方建设，如果真的有一些问题，你真的是说现在你
推不了给别人了，我直接说你推你不用推了。那你到时候我们一找郑市长，那当然你的主要的一个责任，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土生小组哈、啊，那种小组，我是说真的是不错了，但是没有规律啊，是很头痛啊。什么没规则，任何一个案子，他是采合议制，但是不是多数决，恐怖啊！十个委员里面啊，不是有八个认同就可以过、啊，是有一个不爽你，对不对？我想那个卢局长也在这啊，因为那时候我也去，光是那个什么小组，我做中医市长的时候，我也去做了一两次啊。我说天哪、啊，你摆平了九个，有一个、哦、还有意见，你知道为什么有意见呢、啊？我觉得你们现在马上会遇到的，因为换人了嘛。你现在了解吗？官大学问大，我们不是我们解释不够清楚啊。因为他我们弄了三年五年，他突然换了两个教授进来啊。我跟你讲，这种整法哈、哦，这种整法哈、哦，跟我们过去都审比较快。过去桃园都审也是这样，没有规则，找几个教授来，他可以取代区公所，你的预算怎么那么多？他可以取代你所有的局处。他可以提任何的一个，包括预算，你干嘛编这个预算？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都审你管漂不漂亮？好，你跟我讲规则啊，盖几层楼要多少绿化？你跟我讲规则，我做到了，你还做审议？像这样的无限上纲，是做皇帝啊，是上帝啊，你知道吧？所以我想局长，我这样的讲，我也觉得你很苦哎、欸。对，所以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有邀请全国来做一个研讨会，跟学者专家。以后的话，这种都市计划要办理区段征收的话，应该在都市计划的阶段要确定它的公益性必要性，不应该在区段征收在审议的时候每个阶段就在讨论你的公益性必要性，所以一直延误就这样。对，我知道了，但是我们现在急的计划从整个制度来调一下都要变成这个牺牲品啊，革命十年啊，我们希望未来是这样是没有错了。可是现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很急，不是我们急啊，因为这样的时间一过，市长有很多的一个政策理想都要放在这些土地上面嘛，那你没有过，那就更不要讲说后面怎么样去弄。你现在就算过了，你土地要去，包括公务局要怎么样去处理，都还要花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呢、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不要让我们四年的时间看到的结果是说，区段征收地，前人弄好他几乎卖光，然后呢，换他要生一些地出来，是一事无成啊。我觉得哈、啊，如果结果是这样的，对郑市长非常非常尴尬。另外哈、啊，这个我想卢局长，对，不错，局长，我想这个像这种区段征收啊，你是专家了，因为区段征收都有一个主计划、主目标嘛，对不对？航空城，我最主要的是要做航空城，其他的叫做附带，对不对？中立体育园区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南区的，我们解释了这么多啊，以前我们不管是编故事啊，或者解释啊。都是体育园区嘛，人运动人头怎么样？哦，顺便带着住宅区，因为那边那个建地也没有了哈。但是主要的计划不能够变吧？主要的计划，由于现在正在土生小组还在看你公益性、必要性，你要解释的这个蛮那个汗流浃背啊。结果现在哦，地方上面盛传呐、啊，那个体育园区啊，你有没有听过要做客家文创的园区啊？我是觉得哈、哦，要找死，哦，不要自己找。你在推体育园区，人家正在问你，你推了六七年，我要做体育，编故事，我羽毛球馆什么都会讲很多跟体育相关的，请你尽量讲。那人家都还要过不过的，你现在突然大肆的在那边，我不知道，这个我想您以前副秘书长，你有没有听说这个区块啊，已经开始很兴奋的到处在传，这边要客家文化园区，你有没有听说这个事？有没有听说啊？讲真的，凭良心讲，有没有听说？我当副秘书还因为比较不涉及客户局的。你不知道，副市长，说真的，你有没有听说？不要讲真的讲真的。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因为客家园区不是我督导的，我就地震局，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因为我的计划都一直是用体育园区在报啊，哎、欸，还没有人通知我说用客家园区。这是一个团队还是三个团队？我已经看不懂哈。为了昨天证实这个地方好几位有利人士来询问我，我还跟你们一样，我也一问三不知啊。今天三缺一，我也不知。那问题为什么样？我想说不太可能，所以昨天三点多就打电话给我们客家事务的蒋局长，要跟他确认一下。我蒋局长，您到底有没有要在我们中立体育园区规划客家的这个文创园区？他说有啊，我差点说真的，还好我开车啊。
真的是快倒下来。我说那个现在就卡在那里，是谁跟他讲的？他说就是因为体育园区卡了很久，好像目的性不够，我们再加一个客家元素进去。副市长，我说真的啊，这个不需要敌人啊。如果说像降德的队友，我不要讲什么队友，多几个啊。然后说你要规划多大，我要比照宜兰的那个叫什么，那海边的那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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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艺中心。我一听，我说总共9公顷啊，我说求求你不要再讲了。那是我亲自问的，他说原因是因为我们成立了客家文化基金会，我们要发展在中坜找到一个地方，大家提出来在规划。我只这样讲一句话哈，如果你们现在是在市政府里面有人，不管哪一样猪一样的队友，但是他都是桃园市政府，他如果这样的这个规划被现在土生小组内政部听到了，陈局长，我是觉得你白干了，你所有的事情，你被他们讲什么？你在推体育园区，有人讲说要做其他的一个目标，其他的计划，所以副市长，我是跟你讲啊，推过了再来讲这些，我去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推过了，对不对？现在青埔过了，你要把国中废掉，那你的事嘛，你不要在那个要过不过的时候一点声音。现在要停止这些规划，未来你要怎么规划？不然会整个规划都不过，好不好？对，我好。那这个陈局长跟副市长举手，副市长，我真是想问一句哈，航空城啊，帮民众问一句啦，现在正反那个意见我们都不介入了，但是我只在乎说这样的一个都市计划挂在这边账面已经挂很久了哈，你刚到了，但是就你的观察，航空城啊，大概什么时候这个城会出来这样的？你觉得大概还要多少年了？我知道啊，后面又地震局，又公务局，又是这个内政部啊，土生小组，你觉得按照你的不要太悲观，也不要太乐观，好，你觉得如果你尽努力的话，大概什么时间这个城航空城有可能会出来？有没有想法？总要有一些想法。好，直接回答，就乐观的话，我觉得是8年了哈。那么完成有个成型，一这么大的从化区哦，通常都大概是要30年才会你看到那个城已经成熟发展了。但是我们要讲，就是说您已经可以开始交地开发那个时间哈，那个时间就是所谓的公社开发完成，大概是8年，是算是比较乐观的。是八年嘛哈，也就是说郑市长，那叫宇宙郑市长不要再讲这个政见了嘛。为什么？因为他就算再连任一类，也不关他的事啊。不要这样说了，这个不是，这一定是接力赛。我是开个玩笑啦，这是接力赛。因为你现在，我的意思就说好，因为你讲8年，其实我觉得运气不好还更长。我自己觉得悲观一点。好，那但是你现在一直讲说航空城这边要放什么，我是建议少讲一点了。好，因为这时间对不上。好，你说你又做行政院长再来规划，那以后再说嘛。你把你连任的日子。剩6年，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常常在上面要放东放西放南放北的。哦，那民众听了一直问我什么时候会做，我是跟他讲八字还没一撇，可是没有人相信哈。那个地震局长，这个哈，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无限的轮回啊，再这样轮回可能10年没办法解决。真的，这个要请郑市长运用影响力啊，跟真的是跟这个蔡总统，跟内政部真的要讲清楚，而且全国都要去讲。我想今天啊，航空城陷入什么一个轮回啊？第一个，5月1号正式听证结束，听证结束之后，对不对？你们好，大家会诊了。交通部文来了，8月8号文也给你们跟民航局，结果糟糕了，里面第14点，其中有一点最严重，其他都可以编嘛，可以解释，就是文化资产出现了七处要列文化资产。当然了，那是反对派提出来的啦。第一个是文化资产有没有在跑道上面，我还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怎么规划。好，那这样的，你们现在我觉得很奇怪。地震局，我问你们，你说哦，现在这个阶段结束，我要拿着这个区段征收成果报告书，跟着这个听证的一个结论，两个并呈给内政部跟地震师由他们的那个小组来做一个审议。问题还审什么呢？你跟他审完。我就问说，我听不懂啊，因为这边提出报告说，哦，没办法，因为哈，这些有多少坪数，但是我也会讲，我的天哪，你把人家框起来那个点，我一直以为是1000多坪啊，12.6公顷不含建物啊，
你一个计划这么多，势必影响到财务规划。你财务规划，对不起啊，你就公司的小一点，你要整个计划你要重新去规划。糟糕了，这边要送土村小组，感觉是最后一关，结果你这边一个修正案等于一个重新的一个计划准备开始，你开始之后呢要送哪里？我跟你讲，内政部对不对？他通过我们市政府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再经过他的都市委员会的小组审查。我是说真的啦，我过去一个案子小组审查哦，三年五年叫客气，叫礼貌。那你现在这个案子，然后再送大会，我在想运气不好，光这个阶段就三年五年。如果没有意见，你还要公告再来送一次土城小组。如果现在制度没改变的话，所以我们送一次，这次叫练习。听说还有上一次，上一次跟你讲说要切一半两期，那也不算。你现在再送第二次，照现在来看，部长也不算，因为你这个图上面还没有把文化局定的七处的湿地古迹把它剔除或者把它重划，那通通都不算。就你这边送假的说，哎，我现在不送，我责任有问题。那你这边不开始又不行。我跟你讲，这个轮回太可怕，因为时间点不从你这边算，是从他这边开始算，重新开始把这个因素弄完之后，从小组开始大会绕了一大圈，没有意见再来。所以你说八年，其实卢局长讲这你蛮诚实的。我是觉得如果以这样的绕法的话，很恐怖啊。可是我是觉得哈，市长到底要不要推动这个案子？如果要推动这个案子，有一些好像并没有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你为什么每一样都要把它弄进去？我真的很怀疑。能够平行的都让它没有。我先请教一下啊，卢局长，是这个现在被列为古迹的这七处地方，它究竟是在我们目前的哪个区域内？蛋黄区、蛋白区，还是在跑道区？在哪里？在蛋黄区里面。在蛋黄区里面。蛋白区。在跑蛋黄区里面。中间下面是蛋。在哪里？区里面，蛋黄区，海军基地蛋黄区里面。在蛋黄区里面。海军基地。所以它是作为它的跑道的地方吗？不是。附近。就是现在的旧跑道。哦。那以后变开发区。现在我的意思说，将来开发新跑道的时候，会不会占用到它的这个地方？不会。不会了，不会。啊、跑道在北边。好，那我现在对不起，我现在就要请教，就近副市长，你应该最接近市长，就近郑市长的态度是什么？我跟你讲，你知道我现在我们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就像一个爱情骗子一样，你知道？不是，我在同时交两个女朋友，然后呢，我跟 A 说我爱你，我跟 B 又说我爱你，然后两边说不一样的话，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郑市长就像一个爱情骗子一样啊。那他到底他的态度是什么？他的原则上就是在推动整个这个越迅速推动这整个航空的计划之下。那么尽量保存这个文史的就不是嘛？如果他今天真的是要推动的话，哎，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啦。因为你用刚刚我看地震局局长跟卢局长、都发局局长讲得很清楚嘛。如果按照你们现在这样的方式，你再送一次，刚刚卢议员讲了八年，我想八年小 case 啊，真的，我们随便一个小组审查，对不对 ？OK 也知道啊，随便一个小组审查，没有给你审个两年、三年、四年，不会下来嘛？对不对？那你如果现在计划还没有重送，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个十二公顷的这个文字保留的这个地方啊、哦，你把它是作为什么？你是把它剔除呢，还是把它作为公共设施？它文字保存，它当作一个没有剔除了，它还是放到里面去。哎，放到公共设施。好，那你公共设施的检讨过了吗？我们正在检讨，也快检讨出来了，可以哦，可以。你快检讨出来，你有没有影响到财务计划呢？因为你这些都是国有土地哦，你国有土地对不对？你将来这些国有土地不能参与分配，你等于你自己本身你不用取得的这个不用费用取得的土地，结果你现在把它放出去了。但是问题是老百姓取得来的土地，你都要给他这个回馈的，对不对？所以你财务计划呢，那是不是你的财务计划又有很大的影响呢？十二公顷哎。不是1.2公顷哎，原来彼此之间当然会有关系。我们都正在算，也算得过，算得过。哎，是啊，那如果按照这样的期程的话，那我就说这个案子遥遥无期嘛，对不对？不会了。我跟你讲，这样讲啦，现在啊是一条边嘛，中央地方全面绿化了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你郑市长，你不要再讲说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你现在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了嘛，是不是？你郑市长当红炸子鸡啊，对不对？在绿营里头当红炸子鸡。对，他想要在桃园执行什么样的政策，他怎么可能会没有办法，对不对？你这个对于桃园的影响这么大，你究竟要还是不要？一句话摆明的讲，
你不要用这种技术性的、策略性的这样的，这玩这种两面手法。你对于你在那个想要开发的民众面前讲，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一定要，我们全力支持开发。然后可是呢，你站在反方的那一边的时候，你又说啊，对，你们讲的很有道理，所以你的意见我们通通纳入，然后我们再来检讨。哎，玩这种两手策略啊，你知道？文字的保存哈，它认定啊，不是由一般老百姓。我告诉我副市长，是我说你们用文字保存，就真的是在胡乱嘛？为什么呢？桃园市现在被列为文资保存的地方啊，年龄啊，年代比这个久的啊，上这个八十年、一百年的还有哎，多的。然后一直要求你们赶快给他文资保存，你们也从来没有给他文资保存啊，就给他放在那啊，风吹日晒雨淋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用文资保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拖延跟骗人的伎俩嘛。我们可以把那个研讨会给你看一下，不是。我想这个今天来这里谈这个问题啊，其实你们还比我还清楚。如果是一个无限的一个轮回的话，但是我们是希望说清楚，因为哈，这郑市长的时候，在好几个看到人家拖了很久的案子的时候，我听过他很斩钉截铁，这种案子，先进国家，怎么要个8年10年变更，丢人！我是觉得你们不要帮郑市长丢人哦。我如果讲像这样的一个 case 哦，如果光都市计划里面就还要8年的话，在民进党全执政的还最多，我就觉得我不知道目前看到的2年、4年、6年，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全执政，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立法院过半全部绿的之下，如果你们没有最快在5年之内把它解决的话，我说真的，未来哈，不要说人家不好，你们都好，一换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萧规曹随，就觉得时间变得很缓慢。郭部长，加油了！你放心啊，这审查规则。好，好，谢谢哈，请坐。来，接下来请李光达议员发言，谢谢。啊，谢谢主席。我这个中控可不可以大声一点？那个陈局长，哎，议员好。哎，那个我们那个小块区哈，从化区啊，终于动工了啦哈，我想力宝集团哈，也小块溪的，小块溪哈，也搞了十几年了哈，啊，这个明光东路哈，我想整个一个公社也都画出来了嘛哈，啊，这个明光东路啊哈，大概何时可以打通？明光东路的话，因为有一条春小桥哈，它也要打通，要盖这个桥，所以会比较慢一点，但计划是在明年的11月以前会打通，会完工。对，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已经画出来了嘛，啊，可以做的应该先做嘛，可以做的就先做，哎，好，这样七成上会比较快了哈。我想这大家在交通动线上哈，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路哈，也讲地方上也讲了很久哈。啊，另外一个小问题哈，现在这个整个从化区里面的一些老树啊哈，老树是谁在管理？老树，哎。因为我们市长说这是 PPP 吧哈，啊 PPPS 一个啊结合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哈，因为最近呢，啊，发生了一个小事啦，就前几天的台风，虽然风不大哈，有人澄清了，我也不晓得怎么处理哈，所以有树倒塌的哈，要找谁啊？老师跟就我们公务局吧，哎，公务局哈，哦，这个因为有很多户数的团体哦，也很关心这个问题，里面啊很久以来有早期的住民所植栽的一些树哈，慢慢也在成长哈，啊这个部分啊，我想你这边的地震业务哈也比较后段了哈，很多都是都市计划哈，要做好之后，您的业务主要是区段征收、市地重划了哈。我想你先请坐啦，我来问那个卢局长哈。是。啊，局长。是。谢谢。这个都市计划哈，我比较关心的哈，你的都市计划业务的通盘检讨哈，跟这个专案变更哈，我想在通检哈，有些通检时间也很久哈。啊，哎，要都委会啊，报内政部哈，这样往返还要啊，再补充一些说明报告，都很久的一个时间哈，导致我们地方的发展哈，或者老旧啊都市的一个更新哈，啊，会延宕很久哈。我想你现在啊任职啊局长哈，我想也希望说你能够待得很久哈，不要来来去去啊，换了一个人哈，思维也不一样，能够延续哈下去。我想我们的啊这个我们讲的都更也好哈，我们的啊整个。啊，都市计划未来的一个设计哈，能够透过您的专业哈，能够我们啊实现我们地方的一个繁荣跟进步哈。啊，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我接到一个会刊了哈，在
9月27号上午10点哈，要来会勘这个玉山街这个平交道口哈，因为那里实在是非常的拥挤哈，每个地方我想都市化之后都非常的拥挤，我已经谈了三个会期了哈，他跟我约10点哈，我已经请我的服务处哈改早上7点哈，啊，他要求出席的单位哈有区公所、金发局哈，还有我们的新工处哈，我希望您这个单位哈也派个一个一定层级以上的人来看好不好？这个尖峰时间点。好，那刚才真的很抱歉。那好，这个我们就会这个。因为这里哈，通盘检讨也没有检讨到哈，是不是有必要来做一个专案性的一个变更哈？因为这里实在是，不要那讲，我不晓得怎么记录哈，那个用路人哦，干得要死了，啊，不要记了，就是怨声载道了，哦。这不好笑哈，这不好笑哈，你去感受一下。我也约在7点的时间，大家都早起来看。你看那个10点干嘛？车流都已经疏解了，因为我已经关心了三个会期哦。你那这里交通的建设哈瓶颈哈，如果不打通的话哈，你只有期望最早8年嘛，我们副市长讲的嘛，最晚10年之后哈。我市长的时候我也跟他讲啊，你上面的计划拢要等10年后的地下化了哈，你到时在你位啊，你到时地下化了。咱那边中路遐是不是国际站？是不是有个国际站？啊，国际站一起来的话，我想旁边的农地哈也都发展起来了，甚至要废皮啊，那么一个很大的一个皮厂啊，是不是主人发电的也到这个情形？我跟你讲道理吧，讲话啦，拜托。那不，拍姐，我以为你要继续说，是啦。我那个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有些。的确是这个早期都市计划，那都市发展那个程度会有卡关的、啊、会有卡关。这一般就是我们讲通检。我讲的27号这个会刊，只是要迁移哈、哦，这个电看电线杆哦，不影响那里小型工业区哈、哦、的一个用电的情况下，迁也不过这样子。啊，这个目前修什么车哈，那是做危险的，你知道？一旦嘴拢行走，哎，因为在过了这个平交道哈，它不是计划道路啊，不是计划道路，你们要去画出来啊。所以通盘检讨就会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一般也不要先讲负面、啊。够不构成做专案的一个条件？道路哦，道路开辟大概如果是立刻要处理，也有预算，民众也支持，那个可以走专案哦，不是不行。是啊，我们都没有一个开端哈、哦，一个公听会啊、说明会啊哈、哦，把2-3个里长都找过来，那你们永远没有一个开头，那我们要等什么？是啊，哦，当然我们讲的都知道了，不可能说一两个月就完成嘛，哈，啊，给你2-3年的时间，可不可以？总是要走出来嘛。我了解，所以我们会看来了解真实状况了，看那部分的面对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说那一天哈、目的只是为了迁移电线杆，让它路幅稍微增加一点点哈。我想不是站在选票，我想按内组哈，作者蔡永芳哦，我们的八德区。地方议员的一个选区的，因为对进出嘛，跟巴德桃园市都有联动的嘛，哈。会刊排我去。哎，要一起来了哈。我们蔡议员说的哈，再来哈。我想在我们的义文特区哈，义文特区从大新西路同德二街过来，跟慈文路中间哈，大概有一个区块还没有去开发了哈。那个就是我们同安街到中正路这一带哈，大概慈文路190巷这个部分哈。这里如果说站在公益性、必要性，我觉得还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哈，因为这里都是扎基所谓的波嘎的话哈，我们副议长也很关心这里的一个发展哈，是不是说也去能够可行性上哈，我们不站在什么图利、什么建商什么的立场哈，站在这个安全跟公益性，还有新埔国小小学生哈的一个上下学也走这个旁边的道路哈，你知道同安街它是什么道路吗？不是很了解，同安街它是绿间道了哈，啊，如果从天祥一街，从这个新埔国小旁边哈，也在开辟一条道路哈，啊，当然有透过一些征收哈，还有跟地主的一个协议哈，到中正路，我想在这个非常高度都会化的一个地区哈，会呈现比较平衡的一个样貌。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也请都发局副市长？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同安街就是那个就是尊爵旁边，哎呀，这是垂直的，对，不是尊爵啦，往北走往南走那个圆圆餐厅后面那个区块啦，对对对，有一个区块哦，它显然哦在都市发展上哦，它有一个不对称啦，啊，里面的一个道路哈、哦，还有这个安娜啦哈，啊，道路非常的小哈、哦，万一失火哈、哦，会失火呢，
那个中越一品前几天会失火，哎，高楼大厦会失火，何况那种传统的。对。哦，我想是不是说站在这个公益性必要性哦？我想我已经对这个所谓的通盘间哈，对你们很失望了哈。该走专案的部分哈，希望能够走专案哈。我对这个开发不了解的，我也没有建商的一个背景哦，纯粹站在地方的一个发展来做哈。好，再来针对这个今天引起很多大家的疑虑的老屋建检哦，我想卢局长在那一天的一个说明会哈，是不是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是。哦，我想大家还在啊抱持的一个怀疑，对我这个大楼啊诊断出来，如果万一耐震度有什么问题的话，影响未来的出售或者引起人心惶惶。其实你那天在台上是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我把这个里面的这个那个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提前说出来，说大家不要太担心这些建检的结果会变成这个大家日后买卖的障碍。事实上这个阶段本来也真的是目的就这样而已。对，我想这绝对是没意义啦哈。那一天我们私底下讨论，那这个中央的补助的部分哈，到位了吗？中央补助已经核定了，那我们是这个用多少申请多少，这个数字是确定的。你今天我看到你的报告是两亿多，刚刚补助两亿多啊，我们那天不是讲一亿多，到底是两亿多还是一亿多？不，三亿八。三亿八。三亿八。分期吗？啊？分期吗？对，就是他已经确定这个quota都给我们了，那我们执行多少，他就确定会补给我们多少。哎，好，那这样的话哈，就是。执行上哈，我想那一天你对这个写得很好看的哈，也不是很满意。后来你也叫我们的科长来问一下，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补助哈。啊，我想今天的一个数据是啊三亿多，能够从中央拿当然是最好。我想多宣传呐，才不会导致很多议员哈对这个老屋见解，甚至于啊楼管哈大楼管理委员会哈或者住户他人心惶惶哈。以上啊，我想这个专案变更的一个部分哈，希望我们市政府。来个重视哦，不是只有这些问题哦，包括我们苏嘉明议员讲的哈、哦、啊，未来还有一个区段征收哈、哦，就是后站我们台营的一个用地哈、哦，我想我们整个地政局哈、哦、一起来努力的。好，谢谢，请坐啊，请徐清文议员发言，谢谢。好，谢谢副议长，还有我们副市长，还有各位我们各局两局的局长哈、哦，还有我的好同事议员先生哈、哦、啊。还有媒体同志哈，大家午安，大家好哈，我知道大家都辛苦啊哈。阿里家得那个地震局局长，我想请问你的就是第一个，在 A 十站的部分土地的开发，目前是采取什么方式？目前是采取区段征收的方式。确定吗？确定。那区段征收多少面积你知道吗？大概33公顷左右。哦、对，那你真的很清楚啊，因为啊，在9月20号的。那一天我有去会刊，第一个就是说那个里长张宝龙先生他在问说，第一个我们要采取土地是采取哪种方式，那现在我想我正式问你，你回答的他们就知道说，在网络会看到第一个会知道说我们是要用湿地同化区段征收，区段征收，区段征收嘛哈，确定区段征收嘛，确定。那区段征收有没有开过会的？开过好几次会了，你说到内政部嘛，对对，现在我就说你，我们内政部开过会，我们这里也开过会了吗？开过这好几次了，好几次了嘛，好几次、啊、我有参加两次的，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说、哦、这两次的答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来办理，那有没有通知当地的我们的居民全部都到，还是到多少人？大部分都到了啦，大部分都到了嘛、哎、那也签了，因为我们个别来协调协议架构的、这个、也协议架构也签了同意书了，是不是？房屋的部分有，就是房子嘛，有34户左右，哎，对，那个我也有在啊。那当时，那个是我们林科长，林科长，那当时应该你也在吧？有。那当时我们34户，里长张宝龙有在主持，我们当时也都请他们签了嘛。是。大部分都签完了嘛？就是有同意的34户都有签了。啊，那多加几%的那个补助？奖励啊。5%嘛哈，这样他们就很清楚了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看了报纸说我们 A 十站的部分，目前想要在年底通车，是不是地震局有没有把这33公顷纳入第一个交通的问题？当然交通局今天没来，那我20号那天去看，
我很感谢地震局有把它规划，就是崇南山路的三段右手边，它规划76个位置。那目前来讲，我们芦竹有150,000的人口，哦，是有户数的。那实际流动人口应该有200,000。那目前来讲，也有几十栋的10楼以上的大楼。那如果通车以后，这个车格跟我们现在的捷运的桃捷这个车子，它好像是一个车，好像是5节车厢吧？几节车厢？我是不啊，副市长，我们那个车厢是几节？桃捷五个车厢，五个车厢。哦，五个车厢嘛，哈，列车在走了五个，对，应该是5节了哈。初期上，对。啊，那个一节车厢可以坐几个人？可能40个左右吧，我不确定，应该40个左右。如果坐满差不多啦，那一般哦。好，那现在局长，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因为它只有70几个位置，那隔壁的，就是说对面的 S 站，它那边只有10几个，加起来应该90个位置。那90个位置，那未来通车了以后，糟糕了，地震局那边是不是？我想要再问局长，我可不可以再提案来跟市府来商量，是不是请中央把那个土地延伸，把那个停车的部分来做停车格的设置？因为我不知道地震局有没有跟，还是跟交通局？交通局，我们跟交通局来研究一下。那副市长，那就要确实那个停车位，我也觉得不够哈，因为我去过很多次，历史那地方。因为那一天地震局很帮忙，他自己看了，我也跟他讲说，即使你看够吗？我现在跟你报告，就是第一个，因为他有150,000的人口，那在台北上班的人，我说哈，不要多啦，就只有1000人就好了啦。每天来搭我们的捷运的桃捷的，可能有500个人。那500个人，这个车子要怎么办？对，哦，这个是地震局。我想你要，我为什么要请副市长来协调？就是因为交通局今天没有嘛，哈。对。综合总咨询，我还在问，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啊，好，那个局长，目前哈，有几个区块是重测？重测。重测。中威啦。哦，重化。重化。重化的话，现在的话，草踏的话有。不是重测，就是说地方的测量很多是他在，哦，地址都重测，哎，重测，哎，将切个部分的，就是讲目前为止重测的部分，我们芦竹是不是从2年前就开始的？因为我们整个的计划是到109年会全部啊桃园地区全部完成。好，那现在我们遇到有一个问题了，以前他们好像没有叫做建委分割嘛，以前好像都是那个用手画的。再去套土，然后现在我房子盖好了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在民国90年我盖了一栋房子，那我目前来讲在新兴路我盖好了，可是现在前几天我们就是我盖的房子已经收到建委分割，说我占用到别人的土地，那人家也就寄存证信函来，就只有一条小小的，大概20到30公分，细长型大概有5坪。那5坪，那现在发生了问题了。以前我在盖时候，套绘图，还有我申请建筑线，那我放样都 OK。可是现在建委分割以后，可能现在的仪器用雷射比较准，那个点线面变成说有一点点。林清港先生跟我讲说，我以前90年前盖的刚刚好是。放样建筑线都是准确的，那像目前他遇到说，我现在遇到问题，变成我占用到别人的土地，那现在怎么办？因为那个要跟玉州报告一下，因为建委分割是不同使用分区情况要把它割出来，那才有建委分割。那你这个个案可能，我是不是请那个郑科长说明一下？好，科长，那你说。跟那个玉州报告好，因为这个案个案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地震署的通知，那我们会后的时候一定会了解。那不过跟玉州报告说，我们地籍图重测在办理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搭配一个叫做都市计划桩的一个清理联测。那如果发现到都市计划桩跟现地有些不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召开一个叫做专委平台研讨，去协助解决相关民众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案的部分是不是容许我们那个会后的时候跟玉州做详细的了解？科长，那这个哈，我会请那个当事人跟我们的当地的地震事务所，然后再请我们的地震局的协调，
叫局长可以吗？可以可以，没问题。好，因为啊、哦，这个牵扯到他个人的权利，因为啊，他接到以后啊，他跟我讲说，人家要来封他前面的门，我说哪有可能？他说他拿来给我看的套绘图套出来，他真的九十年盖的，就是没有问题啊。可是现在重测以后，建委分割以后，他说变成说我占用别人的五六坪，啊，这个要来协助，可以吗？可以。好，谢谢。那个我们的经发局局长。哎，我想哦，这阵子就是说很多那个工厂登记，那现在很多的工厂登记，我们站在我们这个政府机关，辅导的立场，我第一个就是说，我来问你，那个公司，比如说我现在申请一家公司，那我要的是一个工厂登记证，是不是工厂登记证跟我们现在的设置许可来发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同步进行？哎、欸，我那个再问一下经发局啦。那您是指这个正常深色工厂的这个登记证，那就是你这个局势发的吗？哎、欸，不是，我是，你是工厂登记是你们这边吧？不是，是经发局。那你们只有审核而已吗？我们是都发局。因为有些是不是要我们会协审？哎、欸，哦，就是说老屋建检才有关系就对了。是，我因为我看到、哦、我是看了一些，就是说早上我好像跟你通过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局势的，那也跟你请教一下，那这样我就知道了。好，那没有事的，好，谢谢，谢谢，谢谢总。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蔡永芳议员发言，谢谢。好，谢谢哈、哦，谢谢大会主席哈、哦，那各位好，辛苦了。我那有一个阿伯啊吼。七十多岁，身体作用的，爬山啦、跳舞啦吼，身体作用拢做好，比阿芳身体搁较好。结果咧，三个月前我拄到伊，哦，规拢虚人啊，安尼心情足歹，啊，走路我看敢若咩虚咩虚安尼吼。我问讲阿伯你是安怎？啊，就去讲阮囝甲我伯讲吼，去健康检查啦，结果看起来全红字啦，心情足歹，吼、哦。结果吼、哦，迄天看了报告了吼。几个月、个外月，逐天拢安尼，拢啥，拢无元气。结果吼，过过两个月了，我拄着伊身体个作用诶，哦，我讲话、唱歌啥，出大声诶。我阿伯，啊、你即嘛是安怎？身体拢好啊？无啦，阮囝甲讲，迄份报告吼是假的，看唔着伊。即、這个故事要甲你讲吼，老屋渐渐吼，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哦，无看吼，大家都啊足安心诶，无代志。结果欠钱了吼，大家吼要搬嘛无位好去，要走嘛走无路。结果欠钱出来了，大家心情足歹，气氛足歹。吼、哦，这是我拄仔想，因为拄仔阮迄个光达咧讲，我忽然间想到这个故事嘿。吼、哦，来，我要请教一下吼，我顶一个会期，我有甲各位请教吼，咱桃园已经开发的中卫区区段、珍秀区有偌济建地啊无震动？搁你发臭的，叫恁统计一个数字给我，甲呾无人给我，两个局处无人给我，我有问过，无人给我，啊到底有谁会记得这件代志？有听过阿芳讲这句话，拢唔知。会后马上说。没有，你有没有听过，局长？跟预作报告有，我们科有在做统计，不过因为统计多久了？因为开发区的范围比较多，而且我们那个发展率的一个状况有协助也。什么时准备好我？我在整理完，是不是说会后？会后就有了。再检视一下之后，就紧速提供给议座。是明年九月十九。没有，在下周。下周哟。是是是。好了，请坐，请坐哈。那个，我们八德都市计划。八德都市计划哈，扩大都市计划，当初讲是要开发六百公顷，当初是说高铁要来，上去中央六百公顷，后来拍倒转来高铁造起，国家卫生研究院三百公顷送出去，结果国家卫生研究院这个规则，这个梗不见了，不在我们这里，又被打回来，最后用一个什么中央大学的这个什么？校区哦，
结果居然过了，剩下四分之一，150-160公顷，对不对？啊，我请教你，阮中央大学这个地，我爱讲为了地景艺术节吼，起来去看，草发足悬的，结果有得要让参观，我叫人去挂草，你冇去挂，应该是咱迄个地震局嘛吼，这边挂的嘛吼。啊，我请教你吼，这个地到底要哪开发？哪一块地？抱歉，中央大学一定地。啊，中央大学一定地，它因为在亚洲矽谷已经核定了嘛吼，所以他们要配合这亚洲矽谷的这个开发来做一些育成中心或是留学生的这个宿舍等等这些使用哎，啊育成中心。啊，当时也做。那他要报教育部啊？报教育部啊？好了，那先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的报告里面有那个。捷运，机场捷运 A10、A20、A21站这个的问题嘛，哈，对，那 A10站都要性转嘛，你讲，目前又被打枪，又打回来了。他说我们的量体太大，是不是？打枪，我们又回报上去了。那来来回回几次了？多久了？哦，那好几次了。那必要性，有个必要性、可行性嘛，对不对？必要性跟公益性，那公益性嘛，大概都澄清好了，哎，都澄清好了，哎，对，来来回回几年了？从102年7月我们报区段中计划书到现在，三年多，敢那接了三年哇，30几公顷嘛，对不对？33嘿。啊，我请教你吼，我那个 G05、G06迄个案，挂罗德这边 G12、G13这有吼，800公顷，当时会使上，你请坐，我知这里有问题来。我们就会尽速完成四小组审查跟上嘛，我知道。啊，嘿，要跟上哦。我跟你讲啦，量体太大，听了，开发伤济，恁桃园吼无需要遐尼一地，你拢送伤济碰风，叫去用拍枪的机会足大诶。所以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嘿啦。啊，我请教你吼，伊遐是伫车站下骹哦，必要性、急迫性。啊 ，G05、G06有伫车站边无？有啦，有无？你知影无？我知。有无？对。有无？有些距离啦。有些距离哈，那就跟这两个什么性有点关联，没有什么关联性哈。我现在是要问一个问题啦，我们交通局那一天业务报告、专案报告有讲到，延平路打通到那个和强路、和平路去这个案子，它分了1、2、3阶段。二三阶段走强制征收，第一阶段搞 G06这个都市计划案，对，要取得道路，对。那照你这种讲法的话，很难。二三钱来了，强制征收还有可能，前面这一段卡死掉，路不通。啊，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如果这个案子停在那边，我们可以先把线画出来，先跟地主做承租。先把路打通，有这个构想吗？你请坐，副市长，这里开会，我先告你。确实有这种构想，不过一般哈，公道路征收的时候用一般征收为优先呐哈。但是讲没有办法的话，有些老百姓希望用区段征收来保留他以后交换土地的权利。无啦，即嘛是迄个伫G06迄个哦，迄个你也是，恁即嘛计划是要用迄个区段征收来做。对对。但是以目前我来看哈。他那只案都叫我们拍钱哦，你被赏是无啥可能，而且他跟捷运来讲，差一段很长的距离。没有错，金马喜大概会采用比较变通性的做法。怎么变通？七段征收，因为要矿石废日，可是现在发展就是要做了，所以就变成要跟老百姓哦租地来先用。可以租地吗？啊，这个就是要想办法。我现在是把案子丢给你哦，因为我叫恁那交通局发的那个专案报告内容哦，是无可能。无可能会通啦，你怎样说？这几年无可能会通啦。你若未通的话，就爱讲租地先来做啊。对，现在 A 十一站也有类似的问题。有这个问题嘛？区段征收过不了，啊，你车子就没有办法进出，那就死掉了。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它发挥那个车站的交通功能。可是区段征收过不了，那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法。我请你起来报告是安尼啦，哈，因为你们很多局处横向联系哈，你丢的报告都是这样写。不可能的事情嘛，就大家看了这个就，我认为说我要做了，问到最后只有明年2016年7月份公务局这个定线这个工作哦，有照做呢，其他都还没摸不着边呢、啊。
有些地方确实这样做，譬如说大园的 A16 站哈，原来站出去的时候，其实那都市计划倒没有，但是跟老百姓租地扩宽，所以它连接到那个外面那一条。你刚9月20号刚好，我巴德公所颁一个大南地区都市计划什么第三次通盘检讨，我那边的地主啊，几大片，看了报纸尔，拢敲电话问我讲，是不是要来都市计划，要来区段征收啊，拢来问我，我讲。啊，袂啦，迄个迄无关系，无人相信，规大顶钱钱去公所去，看到乌影就开枪啊！大家惊到，大家拢就是讲要来重围啊咧。政府放消息吼，其实不要乱放啦。对啦，对啦，对啦。好啊，讲清楚一点，给民众去做判断。你说一半个消息，这个房地产呢、啊，东倒西歪的，好不好？有了解。那个，我再请问一下那个地震局长吼，他刚讲了5个小时嘛吼。为什么这个案子当初你们想说用区段征收，后来又改为那个私地重划？那我印象中我知道说区段征收跟私地重划，它有分为都市内、都市外的问题，跟农地的变还是什么？那个有个法令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案子可以变来变去？这个本来是用要报区段征收，然后到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的时候，有雄不嘛？有委员建议了，是不是可以考虑用私地重划的方式？那一开始他就可以两个都可以选择了。对对。所以说这种案子其实基本上你们也不用叫人家工程顾问公司去规划了。哪行啊？看在上面看的对政府开有利，上面看的对地主开有利啊。啊，这个送给别人去设计规划报告出来，再开个会是吗？这个是都发局委托的，不是、啊。都发局委托，不列打击啊。不是有了，也是有了，我们要配合、啊。好了，谢谢了，吃饭，谢谢。好，谢谢，请坐。现在我们请苏翠玲议员二轮发言5分钟，谢谢。好，谢谢。那个，卢局长，我想今天很多议员提到的有关那个老屋建检的问题啊。那事实上，你知道老屋建检现在你们的执行率多少？老屋建检，到九月执行率。9月20号，我们有923件的申请案，已经执行，对，执行率这样有900多件受理，好，但现在开始做了吗？还没，陆续，可是我不知道在我们平镇地区哈，你有分区举办嘛啊、哦？我不知道我在平镇地区有多少，但是呢，这个听到很多民众跟我们反映啊，有在跟他们推广，请他们做老屋建检，但没人敢做，理由就是啊。你做了以后啊，有问题你政府又不给我钱让我修，对不对？那我做了不是给我自己找麻烦？然后呢，我做出来让人家以后来嫌我吗？对不对？嫌我这个房子不好吗？那现在我们又看到今天报纸上登说，将来30年以上的老屋在买卖的时候、过户的时候啊，要必须提供这个建检证明啊，对不对？老屋建检的这个证明，然后才能够买卖。那桃园呢？我看到这个全台湾30年以上的老屋有384间，384万间啊，但在桃园地区大概就有25.3万户，对不对？25万户，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啊。那对于而且我们现在的平均屋龄，桃园的平均屋龄是23年啊，大概将近24年的房子，很快啊，再过几年通通都到30年，那这要怎么执行啊？那如果民众都不愿意做这个建检的话，怎么办呢？而且这个建检的费用，你现在目前是你们有编列经费，对不对？免费帮他们做建检，每年都有吗？那如果说今年你执行了，可是你有没有办法执行25万户？然后明年以后呢，是他们都要自己出钱来做建检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啊、哦，可能你们还要再往上反映啊、哦。第一。它的这个可行度怎么来执行啊？那第二，就你这个费用是不是会一直支持下去？如果你费用一直支持下去，那我觉得 OK。否则你现在那如果是这样，如果你这个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你现在这样会抢破头啊。那有的人有做，有的人没做。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啊，这个如果这个政策还没有很这个。成熟啊，把它拿出来啊，就直接公布，我觉得会造成很多的恐慌啊，我觉得这反而不好哈、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再反映上去啊，我觉得这知识体大。那另外一个呢，我看到你这个工作报告里头啊，你写到啊，有关这个土石方的这个
这个管理里头哈，你说这个，这个要做一个，为了要加强土资厂的营运查核，完成了土资厂即时远端监控，而且呢，另外提供了这个市内各个公共工程主办单位进行土石方的撮合交换，以及开放土石方交换资讯平台，提供撮合。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土石方，你指定的是什么？你的定义是什么？什么东西？我补充一下，那个公共工程土石方撮合平台是指的桃园市境内的这个各工程主办机关，因为有人驱土，有人要。对了，我现在就说你的土石方定义是什么？土跟石是吗？对，主要是土石。就土石。对，主要是土石。土石都包含在内。对 对, 对, 对。那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桃园的地底下大概只有一层，大概几公尺是这个土，好，但没有，大概没有几公尺哦，几公分哦。表土。表土之下，通通都是砂石极配。那都是可以卖钱的，对不对？你们在提供平台撮合，那这个钱呢？钱进哪里？没有，那个是公共工程跟公共工程之间，因为过去有所谓的。那也不对啊，为什么不对？你公共工程也还是有一些是民间承包啊，对不对？那我要讲的是，按照矿业法、按照土地法、按照宪法，地下的都算作天然资源。地底下以地底下的东西都算天然资源，都属国有财产。国有财产你可以拿到这个交换平台来交换吗？可是政府跟政府之间工程的稀土跟稀土做一个平衡的交换。我刚刚讲哦，但问题是，公共工程很多也是外包的啊，这是民间厂商啊。这个应该算在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费用当中啊。所以这是又各工程厂商让合约的方面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局长，你就改书面给苏议员哈，书面要给苏议员哈。好，好，那么我们今天都发局跟地政局哈的工作报告哈。那我们所有登记的议员同仁也充分发言完毕哈，那大家辛苦了，那今天会到此结束，请大家到餐厅用餐，散会。